阿弥陀佛，少造业，多念佛。各位朋友，各位徒菩萨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，阿弥陀佛。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丢人现眼啊，我们这次还是看那个网络资料啊，快要结束，应该这一集可以给它结束。然后下一集我们就看那个，或者这一集的后面我们看代词性助词的问题。上一次查丢人现眼，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这四个字。我讲过，跟我的学生也常讲，你要每个字都弄懂。结果目前比较可以接受的答案大概就是有两个，第一个是现眼两个字的方言啊，如果是方言的话，常常有时候是不按牌理出牌，或者说已经失传它是什么意思，它不一定是照着原来中文文法的啊，文字文法的那个台语不是啊，那不是台语。所以他这里有一个好像百度百科是说北京那里的方言是这样嘛？那如果是北京方言，是说原来是要现眼，本来是要在眼前表现什么的，弄个表现嘛。所以这个现有点好像在变成倒叙，从此说在眼前求表现，可是没有表现好就丢脸出丑啊，所以叫丢人现眼。可是如果照我们中文文法来读的话，我原来理解是倒叙从头，现眼丢人。就是在人马上，在人面前丢脸，哦，叫现眼丢。像过一次点名讲，这是方言啊，他直接说现眼就是当众出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丢人现眼其实就是同义副词嘛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专业有典故或者专业能力不足，对不对？假如这样是一个方言的话，那就是我们专业能力不足了，还是有典故的哦。那就要补一补了啊，它是专有名词或者有典故、专业知识的啊。啊，现眼丢人，就丢人现眼的意思。那如果是同义副词，就丢人就等于现眼，就像这样，丢人丢脸 那我读成现眼丢人，就是在人家眼前，就现在现眼就现在现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个词汇叫"现眼报"，这两本词典都还没有，这个关掉了啊。你看，这是我在帮黄柏林警官整理这个，哎，黄什么警官啊？不是黄柏林，黄警官，我都忘，突然忘记他叫什么林啊？黄警官嘞。我跟净空老法师的啊，现在孝廉净宗协会啊，地藏孝廉菩萨孝廉讲堂啊，黄柏林，诶，是黄柏林，黄什么林？是这样吗？啊，对啦，因为他跟那个陈柏霖那个演员，所以我就有点不太敢记那个名字。啊，对啦，那就没问题。帮他整理现代那个不是现代，就是一些英国录历史，英国的录的中外包括外国的啊，英国里头就提到很，因为那个编的人可能是广东人啊，岭南人，武陵以南人叫岭南人，啊，岭南人，广东人，啊，他又用到现眼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现眼什么意思，查也查不到，哎，网络上其实有，可从上下文。所以你看，上下文、前后文很重要。当你从上下文、前后文去判断的时候，那就知道他讲的就是现。我们一般人说现实吧，这个就有点方言，像广东话方言跟中文的差别。方言相对的就是什么雅言。我们常讲七星大法提醒我们，相对位置还有相关之意，对不对？不要死在一点上，对不对？不要死在一点，永远注意对立面。那对立在九阳神功体，就我们相对位置有相关之啊，丢人，对不对？相对的雅言，相对就是方言，雅言就类似现在的普通话的国语了啊，国家统一的语言，或者以前的叫官话。像我们现在说什么普通话、国语，就是在清朝以前好像没有词汇啊，他们就是叫官话，官方的话。因为还有一些官方的话，相对的就地方的话嘛，不是官方的。那中国地方那么大，当然
各地都有方言，你要怎么沟通也一定要有一个通行的话，哦，那就叫官话。所以大陆他们民主革命之后，就是讲普通话，这个非常平易近人。普通这个不是 normal，很普普通通的，是讲普遍通行的意思。哦，所以叫普通。那我们那个民主革命，孙中山先生啊，蒋介石先生他们那种是比较承袭传统或这个官方的，所以以前叫官话嘛，封建被推翻了，然后就叫国语，啊，就没像大陆讲普通话那么俗了啊。可是俗中也有不俗，对不对？刚刚讲过，你还以为是我们白话文里头普通的意思，不是。所以很妙，语言很多有趣的现象在这里也可以体会一下，脑袋就不会死了嘛。啊，不要想到普通就普普通通，你就读不懂普通话三个字的意思是什么。好，那个现眼报可能就广东话，所以你看那位美丽的小姐，她就是讲，可能是港仔或者什么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艾美琪，今日咧我就想讲因果报对不对？应讲啦。的就是咁广好东多人。话嘛，他们都是用现眼报啊这种话。那现眼，你看，这个是出丑的，看过了看。那现眼报，你看现眼报底死会用现眼，大概都是你看黄 Sir 华林仔。啊，不过他可能也是广东话方言，又是黄色，那什么色？那个看那个香港的电影常看到。你看，又有人问"现眼报"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电视剧里头有现眼吗？哎，但是"现眼报"或者说"现世报"不一样啊，所以"现眼报"就"现世报"，或者说啊，立刻就得到吧，眼睛就看得到的，马上看得到。那么现实不是现实的报应而现实不一定要现在啊、哦。所以现在我们讲到今天的今，对不对？古今中外，今天的今，讲的现在，right now，英文就是 right now，right 就是啊、哦，不是光 now 而已，而且是 right now，它就有点那么强调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现眼就是现钱嘛，那丢人现眼就是现钱丢人，马上丢人，在人家面前马上出手，逃都跑不了。我们前面批评那些地震歌的解读者，对不对啊？什么万籁俱寂，地震的时候怎么用万籁？万籁俱寂，通常你看，就好像之前改那个同学作文，这万籁俱寂通常是安静。我问你，万籁俱寂跟那个叫什么？一片的死寂声音，都是成语啊。乱用嘛？这个万籁俱寂通常是好的，都是吉，当然这有死就知道不好，对不对？何况待会又做现实地震的情况中，他自己里头也提到满耳声闻为悉数，怎么会是万籁俱寂呢？这不是丢人现眼，这现眼丢人，这是什么呢？或者丢人现眼讲两遍，像无时无刻嘛？刚刚前面讲了，丢人就现眼，现眼就丢人的方言的意思。那讲两遍就重复啊，可不是，不是我们骂人啊，都是科学的啊，是就是你自己要造这个业，菩萨慈悲或者菩萨不萨示现这样，我们当然照实去给你评断嘛，不是？哦，西维亚人是西维亚的吗？好像不是，是另外一个皮克邦了，哦，不管了，接下来，嗯，这个还得奖，所以评审都要帮他背书了嘛。啊，这个也是，我们看那一个，啊，这个是搜狐的，搜运的，我们已经 OK 了。自动注释也带大家看过了，就这个嘛。哎，不是，这个是上一次有看了一下。好，地震，还有 Tony。的首页大罪，哦，对吧？还有点年纪，我家不胜酒力，爱喝酒的，哦，跟陶渊明先生一样，是唐山大地震，哦，
好，就是这一个。那我们一样，既然提到了我们主角林占梅先生的，那我们都一起，就不要丢人现眼。那你们自己要丢人现眼，就休怪。就像我考试嘛，你学生老怪我，那我也得，我不贪赃枉法，我不是贪污徇私的，我徇私舞弊。你自己那种答案，我没有给办法给你过，你不要怪我把你砍掉，我让你当掉，罪过在谁，自己要想清楚。这是三十四过嘛？那个明明就是有超连接，为什么难找啊？他这应该要弄个可以寻找的，不过你看那么多。超连接加14点，还要整个，这样就是有样式嘛，是吧？那我们当然要先内文了，时间那么大。哇，这怎么连在一起了？看来真的还不如我们记忆网址，不要记 Google 的那个，是偷懒了，这样就顺便复制了。来吧，这也是照录的，没什么啊，应该是我们快不可能一个字一个字从头看了啊。他是用夜不安，那一般你在网络上可以看到，他们都没发现那个版本，除了全台诗，他要负责整理全台湾的这个诗的这个著作嘛，他会注意。地名现象大家都注意这个因为有个名字就认为是地名现象，我觉得还太武断。都是看见呀，生一个囝不能这个就看到一个名就想到地名，就好像各位同学常常看到一个字自己去排列组合，重新倒叙重组就变成自己的解读法，是这样吗？我们为什么有上下文那个方法？像下棋一样，你还要兼顾很多方面，不能说根据事实，就像警察办案，你看那么多悬疑侦探片。很多都假的嘛，你不能看到一个足迹就断定是什么，常常都是错的。奇怪了，看那个文学、看艺术的东西就这么马虎，难道不讲解吗？我们前面批评过，都不说文解字，怎么样？人家还批评我们说是爱说文解字老师，这你注意一下这个。这不好嘛？说难听的话，不是骂他哦。我讲这种现象，对，是不是？这是不会觉得很蠢吗？你是为了这句话，对，讲完了打个逗号很好，可是干嘛这样呢？要你就把里头的句号省略掉，外面打逗号，要么就不要再打逗号了嘛。那么多标点干嘛？这就是完全就是脑袋都不会转，标点是为了什么？就变成好像为标点而标点。什么标准是为了便读方便去阅读它，分辨它的文句字义嘛，达到分辨不会混淆的效果。标点的任务，人家说功成身退就圆满。不要只说哦，这里该逗号，所以还是保持逗号啊。这里我是引一句话是句号，我很奇怪这句话没讲完，然后来个句号，后面又来个逗号，到底是要怎么样？通常我写这种会怎么样？句号就省略，因为你主要是什么？这个引文，它虽然是句号，可是它是子句嘛。怀在妈妈肚子里头还不成熟，你就不能给它真正的一个句号了嘛，对不对？用逗外面的逗号隔开，让他人家知道，尤其你又有引号了，让人家知道我引文到此结束就完，表达的这个标点的功能是不是已经很完整了？何苦我还要搞得那么零碎琐碎这就所谓的碎碎念嘛，啰嗦。事事详是人出必命，命中断之吧。这我们不多讲了，你看比比看我们讲的多细，对不对？你要每个字每个字读，你就知道含义不是光你这表面上讲的而已
这都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当然不可能做博士嘛。你在没面对眼前的惨状，那眼泪心没提到，你看，并提到哪里有？哪里有并提到隔两年？对不对？并提，你看哦，林占梅面对并提到主持是谁？当然是林占梅嘛。林占梅先生有提到隔两年吗？道光戊申中东台地战争不断起来，对不对？金岁，人家是讲金岁，然后说隔两年，时他没说隔两年了，这里头也没有隔两年了，这根本就是写一次地震的情形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读完了，很要挟，所以丢人现眼，丢人现眼又来了哈。到底是隔两年是说，到底是从谁开始？你看人云亦云，以讹传讹。我们还不敢说是耳啦，我们科学一点，也许就对。那根据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你那隔两年从哪来的？对不对？吃一个东西，买一个东西要履历，对不对？买一个蔬菜要有蔬果履历。我怕以后时代不同了，嗯，这叫履历蔬菜嘛？连那个肉品也都有履历肉品，你看，产销履历之。产销履历农品农产品资讯网，肉品也有履历，你看食品履历嘛，食品就吃的东西，东西就品质嘛，啊，所以那个品类之盛就东西种类的繁盛，对不对？兰亭集序的时候品类，你可以那个品也读成东西也可以，因为可以品可以当东西读。对不对？包括肉品，这虚心大法而来哦。吃生理的东西、物质的东西那么讲究，精神的都随便。你的履历从哪来？你的两年是从哪来的？真的非常可恶。我说我为什么这几集讲的那么话说的非常重，就是这样。这以物后学，以物后人，不得了。我不出来，你看要继续流传几年。你知道我们怎么会国文教育这么随便邋遢、邋里邋遢呢？不能这样嘛！挤道光三十年，我还挤到了哪里有道光三十年的记录？甚至你看，我们推课本还是事隔两年，他是认为是辛亥是咸丰元年，还不道光三十年，对不对？那他这里说隔两年呢、欸，那怎么会道光三十？道光三十年不等于咸丰元年呢、欸？咸丰元年应该是1851吧，再一位，懂吗？我出生。道光三十年去世嘛，继位。刚好那一年太平天国起事，皇帝驾崩正好，可怜，你活该嘛，自己上梁不正，活该，老天真的是非常公平，一点都不马虎，都不徇私弄情，你看怎么会耶？咸丰年号。我记得维基可能有另外一个专区吧。咸丰是几年到几年？你看皇帝还死于梅毒呢，千古的笑话，你自己说。唉，一个人可以做成那样，做的那么位高权重的，做成这样，不觉得很可悲吗？能不能？对不起啊，我好像有点没口德了，不要造口业。然后我们讲科学的描述，是不是男不男，女不女？是男生女生，有蛮秀气的。至少你不是一个英明的皇帝啊。当然，我们对咸丰帝认识不清，也许太厚责他。可是从整个大清发展、中国历史的发展，他在历史上的地位，你觉得是怎么样？
那活的也不长，比林占梅还短吧？对呀，30岁就翘起啊！哎，对呀，我们上课都忘记讲了。皇帝做30年的事，我问你，你今年只能活30年，30岁，我让你做皇帝，你要不要干这个买卖？成不成交？对不对？自己衡量嘛，人生的价值在哪？那你再看现在这些有钱的，你到底在羡慕什么？但是如果真的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，你自己反而又犹豫了，好像你要的东西有更重，比权位名利更重要的，不是吗？对，这叫佛菩萨、上帝为什么会出现？那应该说上帝之子啊，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出现世间的阿拉，对不对？穆罕默德先知提醒我们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嘛，到底可能要加个年号才，到底什么才是我们值得追求的？对啊，没错，加个年号才不会跑到人那里去。五一吧，啊，他这个是五零嘛，30年。唉，当然我们看过那个编年史，他是在编到十几页，刚好在中间。也许他咸丰道光三十，咸丰因为年纪比较大，写的是比较多是有可能。可是我们翻过，也许所以我们才说他这个说法来，也许第一个他有看过原稿，还保留记录的哦，他是几年做，那可以，我都不讲了，直接听人家讲，就自己也没有求实的精神，就这样传来传去。啊，嘉义大震，还是中央气象局还是哪里有这个记录？那你可是你不能根据因为清朝那时候记录来推，因为也许那几年常常有地震啊，你不能用那一年的地震推一定是那一个的。那也许那一次那个道光28年隔年就有地震了，只是没有那么大嘛。那林占梅先生是说大震，不但大震还2次嘞。我想他会用大震，应该不是，总不会历史上没有记载。可是感觉就是你看，雾凇灾情比较严重，对，历史上记载这个才死，对不起啊，我们是讲一般感官才死，所以才用这个才这个字，才死1000多人嘛，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几万人，对不对？那相对你看，他对这个好像。雨季游程比较强，这个好像还好，因为以前没有什么瑞士这种分别。像有时候我们都说地震哦，地震好大好大，其实未必是那种真的很大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一看哇，才什么才5级，才4级，我觉得摇得好厉害啊！所以这最多只能讲说很有感的地震，惊涛之语嘛。你看惊涛之语，他们在说什么神乎其技没有？感觉虽然这震2次了，好像就会小的嘛。至少跟这个大震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虽然感觉很大，可是至少这个有灾情，这个好像没有，只有惊涛之语。哦，也只能这样推了哈，留给你们再去研究，或者成那个续讲。哦，他有部小说呢，这位又是文学家了。啊，我们是很敬仰，我们还不会写小说，可是拜托你们要把原文真读懂，好不好？然后好好教后辈，不要光你们行嘛，对不对？像这个夜眠心不安，那另外一个版本夜眠心不疑也不讲为什么做夜眠心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？那卷顿不要像那个混，对不对？另外那个写诗的根本卷筒还是卷顿也不讲，连怎么念这两个字可能。他写文字根本也不用讲，不像我们，你看录音的，你不能丢人现眼，对不对？错了，否则你看我们为什么敢念卷顿？汉语大字典只帮我们标了卷字，我定顿，因为研究了嘛。那个顿，你看《礼记》里头还有写错走旁的顿，当然可以念顿呐、啊。那当然说，当我们不当猪来解读，当然不能念豚嘛，以区别字义嘛，字音来区别字义。所以你看，以前都看那些词典、字典或注释哦，哎呀，人家这些前辈或者长辈啊、大人，他们怎么都会，我们都不会。曾几何时，自己也老了，也算大人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还好没有马齿徒长，我也会了，对不对？也会注音了，也会找典故了啊。东南虽缺，地无缝，啊，注释就更不用讲了，我们还不搞注释那一套给你说解。每一个字都跟你讲，讲到我们没得讲，像刚刚丢人现眼，对不对？不知道，那么讲到不知道为止，
能讲的、能讲解、能理解，当然要把它弄到懂。人家说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这跟陶渊明讲的不求甚解是不一样的哦。我们一路走来有很多次跟你讲说啊，这个地方不求甚解，那时候才不求甚解。你不能说连卷顿这也都不知道，不求甚解。倒是陶渊明的不求甚解，当然不要像我们录那么多集，他不可能。可是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他懂要知道，不能这样混过去。假如陶先生、静姐先生是这样的人，然后我也是有点鄙视他，自己都不懂。可是人家写的诗毕竟是好，对不对？可是假如叫他来教那些人，可能就要丢人现眼了。谁知道有几个像我们孙守贞这样一五一十给你讲清楚，丢也是丢得很，不会让你在那揣测。哎，就像我们现在读，像我们前面读那个李白嘛，像临山门太软了。李白很有名的，李白这个陶渊明没有读过，苏东坡总读过嘛。李白很有名的说"醒时同销欢，醉后各分散"，醉后各分散刚好是陶渊明的典故嘛。啊，苏东坡或历来什么钱谦益啊，这些大文豪啊、大文学家啊，这个李白诗专家啊，我们那时候查了好几本都没有注，那扯别的讲半天啊，为什么醒后才分散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对，为什么最后应该是醒了分散，怎么会最后各分散呢？最后还怎么分散啊？所以这种就是字你都看得到，里头有为，像东南缺一缺，地无缝，为什么是东南缺不是西北缺？很可疑，你就要怀疑是不是在用典故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最后各分散，醒时同交欢，最后？对不对？为什么是最后各分散？我在知道里头有图，百度知道，不是百度，是知乎。啊，你看，难道是我的吗？会写这种文言文？哦，又不是啊。真的，那么厉害，这可能是我的浏览器啦，我不信，因为我登录嘛，它可能记下我常用的网站，可以那么前面就找到了。古文共心行还不错，文言文学啊，怎么读什么含义？你看，哇，我的古文共心行这样在这，可能读的人不少，它才会排前面嘛。你自己看我们的是不是才是正解？似乎也是。欸，真的，他们都想偏了，哈哈，这是无痕模式，应该就不会被我的胡适。你看我们前面是不是才批评胡适之先生？现在没有批评他，反而用他自己的。你会用那个方法，为什么你做的词选注的那样？我们三十没抓到，那两情就是诗酒常识，那个银汉迢迢安度，你看我们给你讲的多清楚。还有照片为证，对不对？我要看照片，我们明明都公开了，要看还不能看，啊，不登录，所以哦，我多少东西放到 Facebook，网络上还不一定搜寻得到，所以有些重要我还是要贴到部落格才行，我就等于是变相被封杀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虽然说是检讨这种，刚好借由这个看到很多国文的乱现象，因为我们是用中文母语，所以才说国文。哦，我们今天讲的是英国人、阿拉伯人，那国文就是英文阿拉伯人嘛。你要用这个道理去推，不是说哦，我们偏好文言文骨，自己的母语，自己最常用、第一用的语言和文字，要真正把它弄懂，不要这样鬼混。是不是？你看多清楚，有几个这样跟你讲的啊？好啊，既然有这个，你看，哇，这个你看还35个人，结果这个王安先生还说我的才是正解，你说怎么办？我的才几票？他35票，我才24，哎，结果你看评论，
看一下晚安，先生正解，他也不啰嗦。我不知道他，可惜他惜墨如金，他要想他你这四个字怎么下出来。当然希望他有一点修养，不要因为他自己解得不好生嫉妒心，可至少人家还讲得出来。我们可以推想，一般人就说啊，我想了，原来是这个答案。一看我，你竟然会说我的正解，一定看我的啊，对，是这样。我没想到，好像我们下棋或者突然，哎呀，当初没有那个。对啊，都想了一直在那绞脑汁，都忘记了，可能是搞典故嘛，用典故，典故还是陶潜？大家几乎众所皆知，皆知李白的诗有很大部分是学陶渊明来的。他跟陶渊明的话，还用说吗？啊，怎么会这里用陶渊明的却不知道弄在那边，是不是醉了想要睡觉，所以各分散，这就解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对不对？不过贵贱来访，他若醉了，我醉欲眠卿且去，所以说醒时同交欢，是不是你来了我们一起喝，最后各分散，你走你可以走了，我要去睡觉。重点是在这，可一般人会觉得哇，你还没有礼貌，对不对？人家远道来这做客，尤其我只要有身份地位，你现在睡你的不送客，对不对？你好歹也要送我的，好歹怎么样，你就去睡觉了，让我自己走。你看一般人，不要讲有身份地位，一般人受得了吗？这就是人家可以留名千古嘛。这个个性，你看陶先生、静杰先生跟像不像我伸手扔松王八的个性？对不对？松王八啊。骂我自己就好，不要连我祖宗爸爸都，因为这个姓是我们祖先的嘛。我的祖先好像是孙膑哎，《孙子兵法》孙膑，兵法的孙膑。然后我们家的族谱上面写的是他哦。那一次回大陆去的时候，哎，对呀、啊，这个那么有名的典故，所以才醒时头，就是讲这两句就讲这个而已嘛。你看我啰里吧嗦，先生正解，其实。我其实一行就写完了，对不对？就是，所以你看，我这当然啰嗦就写了，趁机牢骚或者嘛，就像我们的时间线又抽又长，王大妈或者孙，以后可以说孙王八的裹脚布，我孙王八的时间线，不要再说王大妈的裹脚布了，对，篡位吧，篡过来。醉了，我醉了，月沉了，影子也倒了。对啊，很哇，这个我都没想到。对啊，多妙！月西沉了，是不是也是人倒了，影子也倒了？我倒了，当然影子就倒了。那月沉了，是不是好像月也醉？是不是各睡各的，各走各的？哇，这个很棒，自己都佩服。你看，自己都佩服自己啊！这能怎么办？不是老王卖瓜嘛？那时候想到，现在还未必想。你看，我刚才说我一行，一行这样就一行啊。所以还是该写讲戏的讲戏了。月走了，离开我李白了。他会不会说李白我走了，你要来送我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怪嘛。那我醉了，我不送月亮，月亮也不怪。影子呢，和我一起呼到了，各得其乐，何其认真，何其坦率。你看这个文笔多好，我的文笔哪来？从来没有上过，我上过作文班，可那时候都没起色，就是读书，你真读懂了。你文笔自然就会好，还要上什么作文课？唉，我有心机来猜来猜呀、啊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活君，自己去比嘛。你看，最后一个总结：我醉倒了不送月，月趁我醉时离开，天亮了我也不怪。这样才有弦外音、言外音，才有深刻的意涵嘛。一个诗仙，一个中国第一大诗人写的诗会醒诗，向大家解释那么复杂，像东南虽缺地无缝，这个是根本都不讲的，对不对？东南虽缺地无缝，对不对？完全都不讲嘛，这没有深刻的意涵吗？你看东南虽然像那时候共工留下了个残局，应该地势很不平稳嘛，所以才会发生地震，可是不会啊。我们看，对啊，当然有缺陷嘛，沿海一带，对不对？当然哪一个海岸线是直的，可是虽然会有缺陷，可是不是有缝隙的、啊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窟窿或什么藏在里头。所以他原来搞的是藏，你看他这个是原来的嘛？难道有妖？这里应该还是否定啊，应该不会有妖，因为地无缝才没有妖怪。所以我说这个起应该杜称
否定的意思，哪里会有妖怪藏在其中是比较对，不是？难道是有妖怪？应该不是。上下文应该，因为他已经讲地无缝了。当然，你可以说妖怪不需要有缝隙才能躲在里面啦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啦，在这里两可啦。可是注意啊，上下文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不要卡音卡在妖怪上，人家也没说一定是妖怪啊、这是绝对不容争议的。他都是活用这种古时候的传说、和神怪，对不对？他并不是说哦，就是信的那一套，要用那一套。就好像刚刚讲，不要跨进来硬啊，就生一进来硬啊。人家用名就说是地名，人家用妖怪就人家是迷信，人家用传统中国那一套。那么你看，这才有弦外音，言外意，有深意，有内涵，为有诗才当诗仙，成名作啊。对啊，他都这一首他数一数二有名的作品，各走各的神。可是你看。对，他是有名的作品，多少大家做注本解释，完全不解，那干嘛有名？当然，他可以根据别，你看，对，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，光这一句也可以变成有名了。可是这些所谓的有名大家读到这里，自己扪心自问，自己虚心虚不虚？我们说好听，前面也提到啊，这就是藏拙嘛，啊，像我们写自传，不要自曝其谈，对。可是林北，我们这种教中文不行。老师不懂会跟你讲这玩玩还不懂，你们可以继续研究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刚刚现眼报啊，不知道人家说是方言啊，我们也只能说是方言啦、我真的也不知道现眼是什么，我也知道想到现丢人现眼的现眼，就现世现眼报的现眼，现世现前得到丢人的结果，对不对？现前在人家面前丢人，在人家眼前丢脸、各走各的率真质朴，心心相印，不客套，不虚、没有人事的虚假，没有事故的做作。你看这个文笔多好，你别以为我一写就写这样，当然不可能念了两三遍不断润色。就好像你看那个苏东坡的那个《寒食帖》或者《兰亭集序》的，我们都看过那个，谁不是这样一直改？李白也一定是嘛。刚开始一定有一个母句草稿，后来再一次修改，所以才有这种类似对仗的句子。没有人事的虚假，没有事故的俗。包熟贬谁，不就是很明白了？包谁？包我们这种自在无心机，贬世人那种假的嘛，是人世的虚假，世故的做作。诗没有深意吗？那是浅人诗，不会是诗人诗。对啊，骂人骂人类，骂是人类的事件，不带一个脏字、怨字、恨字、仇字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在骂人，现在大家都看不懂。不就像我们现在解读青青河边草的哭丧知天风，海水知天寒，死的影鹅，只有人不知，麻木不仁，不如哭丧和海水。对啊，哭丧海水都知道，可是只有人不知道，能不能参见这个连结？我不知道有没有改，因为他原来那个网站倒了、Microsoft 都会倒、我可能没有改，反正你用那个关键字查姨妈，可是我发现那个云端硬碟好像不容易被搜寻，缩减，只有人不知嘛，对呀、这个网站已经死掉，这可不可以修改啊？我现在还没有登录，我被邀请进驻了，没有哎、我有登录。创作者，好像刚才我们讲的，不要那么爱创作，先问自己有几两重。像这个王安谦，他原来名字不叫这个了，他也是蛮有程度，和这一个他就是棋差一招，想偏、这个才有深意嘛。虽然还有什么在天上，鬼扯一大堆，学无止境，因此用典用了陶潜的故事。才是最后各分站的正解，也才写了下去。无情有极，率真质朴的顺道。这无情就是没有人情世故的，你不是没有情感，
冷面无情，那个无情，懂不懂？那就是这个前面讲的这个事情，人情世故。我这边教材讲义有吗？应该这个我应该的哇，这个也到了啊，可能都是用那个当初是用那个网站啊，这个会排在那么前面，可能就是有加那个没有，我那个粉丝页会排在那么前面，可能就是这里有加连接嘛，怎么的？我这里可以修改嘛，我这里其实可以。对不对？你看我原来就是用这个网站，这个要怎么改？超连接，就好了。我这个这样就好了。可是不行，大陆，我怕大陆了，我就要用这个腾讯微博或因为百度的常常不给你下载。就改这两个，你看这个嘛，对不对？成功，把这个改了就好了。这个也是啊，就不用百度，百度好像连大陆人他有时候都没办法。那个，我记得这里有分享吧，我的分享连接对吗？就这个吗？这个连接。就好了，就修改就可以了。有没有文件吗？原来那个死了，他可能就没有这个连接了，这个一样。所以这里可以改一下，一起读懂。这边的教材讲的，自己去看。哦，更经典的是什么？是那个跟李白这个哦，我发现我这个李白《月下独酌》这一首，还有秦观的《鹊桥仙》，对不对？《银汉迢迢暗度》最近可能最近才改啊，这个要改一改啊，最近改了好像还没有更新。这个也是，百度。我讲过，我们现在这个实进修都是以我为主了、哦、不是为了课程。那同学到来问啊，你什么时候录下一个？请同学见谅啊，哀莫大于心死。现在留在这教书，只是还不方便走啊。当然，我不会说还没走给你鬼混，可是。孰重孰轻，孰先先孰后，我。是要调整一下，不可能再以像以前一切都以你们为先，一切都以你们为先呢，你们也都那么不好学，只是为了拿个文凭或者是那个，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国文程度到底有没有真的长进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，这不是我们所乐见的。然后有几个可以哦，5月21有，哎，真的，那已经传过了，下午2点，哦，那这个传过了，那佛医教经那个是没有，可以上传，哎，这为什么没有上传？还有，哦，秦观的已经有了，那有了那个百度应该也有。灵山梅梭解，袁枚是4月28日，
对，已经有了。明马长城窟行不用，因为对，我不能连那个，因为有时候我更改教材之后啊，就不是这一个，所以我不能给他这个。到时候我更改教材之后，它连接到时候连不到，又变成死了，所以我干脆都给他们这个，都给他们这个比较好。让他们自己去找。对呀，让他们自己去找。饮马长生，酷刑的，对呀。那这个鹊桥轩应该已经有了，修改日期。有吗？5月21号，那就好。谁都有，只有这个没有上而已，佛经的。5月21，5月21。好，林占梅先生这个还不断在做了，最后我再更新。那好了，这样就圆满了啊！只能快好了，好不了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扯到这里来呢？怎么理解？已经死了。这应该也是我会提到国王的，对啊，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应该是有些网站去抓微博的或什么资料，不管他，谁会给你这样？都是这样，上传完成，奇怪。给他按暂停，反而完成。到底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有的话这里应该会出现吧。奇怪。为什么不能？为什么传不上去？都100%了，就差最后一步。对，最近我用那个，终于好了。最近我用那个 Google 控上传 Google 自己的云端一年，这样还会出问题。进度条没有了，也不知道传到民国几年，可是一直会占屏宽，好奇怪。你看看人家怎么解的，都是扯来扯去，就像好像我们现在这里看的一样。不要那么急着做创作家嘛。这没有了，这个都，哇，这是真实的吗？真是惊人哦！所以你看，抵抗不了大自然力量，或者人就此生犹自随尘埃，你就知道这一句写得很棒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身体还是只能照着劫数去安排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林占梅先不查，总比刚刚什么地球一震那个好。那么上一次看，他选的是我，至少目前比他是第一的。可他比那个一流的当然差，可不错啦。地震可以写这样，有他的优嘛。像我们刚刚讲，像这个都还能接受的诗句啊，把写的有些他像他的千家万户，
千家万家齐名，这个还考千家万户就完了，就完全就是白话文路。他万千家万家，你说字而没换，这时候反而好，因为他反而有用堆叠强调的意思。怎么自己要变化，不要让人家一读起来，哎呦，好像没读书的也会写，对不对？像什么地球一震，对不对？那种不读书的也会照着句子，你就格调就非常。所以为什么有格调说嘛？省得钱格调说，嗯。然后翁方刚是叫人家要有一定的肌肤理是要理的，或者他叫人家写诗一定要多做学问，啊，学者诗，你学问好，自然诗你就会浑厚。就好像你刚刚看到我们回答那个知乎的，我们如果国文没学好，可以写出那些句子吗？那一看就知道是读过书的人，有一定功底才造得出的句子，然后表达出来的表达式嘛。这个作家应该还蛮有脑筋的，可惜我已经大概，所以难怪他大醉喜欢喝酒，我想也许也是，可是我们是就林占梅第三歌这一句来对他的批评，确实并没有多深刻，甚至还有问题的内容都他也照承袭下来。那你就要承袭，就好像前面我们讲的，你给人家评讲评了，那你就要，对不对？盖瓜承受，啊，这个球我们是不接的，我们是是非非。接下来，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奇看。那你快要到尾声了啊，应该差不多就是这样了。你别看我现在语调不好或者有点萎靡，其实我是很希望看到比我们好的答案，真的不是说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当然你们没有他心痛不知道，佛菩萨们一定知道，可是为什么那么萎靡，就是一再让人家，就好像我也很渴望一段真的感情或怎样，可一再让人家失望，对女性失望，对女生失望一样的道理。当然至少我们严格说一点是说对碰到自己碰到的女生啊，不能说全天下女生都有，这打不开啊，那我们就略了，没有缘。这个是唱歌的，那就没什么。好，已经第二页了，那可以了。哎，这个是论文，可能看不到，只看得到目录或概要，是不是有内容吗？啊，这个就不看了哈，六言三版的，看一下就好。好，到这一页为止 ，OK。那这个就圆满了，对这个，辨析，哎呦，竹堑文献杂志，新竹那里他们都用古地名叫竹堑，奇怪，爱古的人还是不少，比你老师我还爱古，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好惭愧。你看我以前哦，很喜欢古或者中国的东西，奇怪，大陆开放之后，我们应该是。那个啊，结果没有，我反而只有回去家乡，还是奉家人那时候先母要回去之命，我自己都不会想回去。这就是怎样，当你懂得少，就一窝蜂一直鼓那个东西；当你懂得多，人就稳重了。我们前面讨论过安详的问题，我们现在想到什么程度，我自己都不敢想象。对不对？能够想就安，那个安原来是女孩子在房子里，现在我变成男人在房子里，对，一个人在房子里，不是女孩子，我反而像女人，对不对？确实啊，像谈感情的感情，我还蛮像女人，我比女人的感情还像。这怎么又跑出来？是我们的问题吗？这好像没什么。就偏科学，好，圆满。好，接下来这个
有加林沾梅的，比较不会被那些歌曲干扰。所以点过的都是我们看过了哦，所以这个大概是刚刚那个。瞄一下吧，啊，小学生的作文还是读书报告是如何？大理高中怎么会有6年3班？它是完全中学嘛？对不对？高中就是高中3年级啊，不对。不过我要说一句话啊，当然我不认识那些高中生不知干的，我教的你大学生，你们的老学长，竟然有抄你们报告来给我交作业的。而且你们真的很优秀，当然我没看过内容啊，只是就这个大学的抄你们高中的作业，你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？注一全文只有一个注一，我注一是对不起哦，他那个注一注二是这样也不对啊，赏析啊，我们看一下那个中院见地震写台江。台阳江域2000里，怎么可能？然后2000里那么大，用华里的话有1000公里也不可能，除非他是讲环岛的话，距离、面积。可是通常讲江域，一定讲幅员嘛。怎么会这样？那台阳为什么用台阳？跟南洋有关吗？宜兰那边，先不管了啊。一生以学术闻名，1820年清朝末啊！我对于我们这个台湾先贤，我真的对不起林北，真的没空。有空我要好好去了解一下你们到底学问是扎实还不扎实啊？这些文学素养，你看啊，台湾没有出什么有名的诗人，在清朝文学史，我研究清朝呢，翁方刚这个一定是清朝数一数二的文学家或文学批评，很少听到台湾，可是。那个云林、贵州有哦，郑，那个姓郑的郑珍还是什么，那里有哦，云林好像也有，台湾还没到那个水平，至少目前那现在只是因为本土意识起来所以这种偏差，像刚刚那个大醉先生有稍微点到嘛，有时候是换汤不换药，都是一些政治挂帅的，这样很不好。就是戴着一个政治眼镜去看一件事，那你永远都是有色的眼光，你永远看不到一个真正科学、客观、澄清、真实。你永远带着一种成见，那个佛教我们的见取见、戒取见啊，见思烦恼去看事情，永远是颠倒、迷惑、颠倒的咯，没办法。不可预期是可以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我们国这是应该算国文教育，应该是国文课交的作业吧？那老师也给他评分，现在还竟然可以挂在网络上，都是这样啊，都不解字解句，然后反正就就点一下蜻蜓点水，说难听就是浑水摸鱼嘛，挑柿子挑软的吃嘛，是不是？吃软不吃硬嘛，这当然都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对呀，除了人员，为什么会是强大的地震？当然不是嘛，应该是震慑力啊。这不是强大力量，智者会变愚昧。什么强大力量？地震的力量很强调，晃到这个智者也变白痴嘛？他震慑力嘛，把你震慑住了嘛，吓到了，一直不知道手足无措，不知该怎么办嘛。震慑力和震慑也可以了，就把你慑受住了。一般是讲震慑，其实换部首而已。震慑也可以啊，你不要说指点没说，文法对有意思，摄好像勾魂摄魄摄住，震惊摄住了。那震这里震就不是摄住，就是，所以我们说摄政王就执政王嘛，政权把在他手里，
那这个责是害怕，你看竖心旁，就是他说的恐惧嘛。所以你看，你读词典都要问他，他这个翻译从哪来？像最近有一个学生跟我讲，老师你《礼记》都还没录，那个比较难。我说《礼记》参考资料那么多，他说对啊，可是人家没有，人家都是一句话给你翻译，对，你也发现那个问题了。我们国文教育就这样。那老师你都要考每个字要解字，对啊，你觉得哪一个才是真懂吗？你只要说好绝句的是真懂，我马上废除嘛，我们也从善如流。你能否定吗？解字的会比解句的不懂吗？可是也有人真的解完字，像我的学生哦，死背一大堆，解完字以后整个翻译还是不通，不对的，这都偏废都不行，两边都要兼顾。我没叫你说解字之后整句不用翻吗？所以我们目前的全部普遍都是绝句，不管你考字，刚刚看到多少都是，对不对？正是震惊，蛇就是恐惧、害怕。你看他也可以念蛇啊，这不是同一类，他只是支持是同一组的声调，声母稍微换一下，对不对？微服就被他慑服了，被地震的威力，对，就是他这里讲的力量怎么样，折服了，被他收服了。摆在他的力量，强大的力量之下，强大的恐惧力量之下。昨天我在看了一个电影叫 It， 他变成他，你看，你看，2019年，有第二章了。他那时候很，这一部片完了很贼，他就说 Chapter One， 我就想一定有第二章，果然哦，今年拍第二章，原来这个才2年前的 HBO 已经看得到啊。所以我们不是给人家下盗版的啊，这个尊重人家版权啊，哦，也叫小草回魂，这个来大陆翻的，那台湾就是直接，它的英文名字叫 It， 啊，直接翻它不错，翻得很好，啊，这都是有一定中文程度的，虽然白痴也会翻嘛，它 It 本来就是它或者一个生命没有生命的它，蛇蝎美人的蛇右边那个它，对不对？蛇是不是这样写？右边那个滑头的头，右边那个头嘛，也可以。甚至我可以写这个他嘛，也不错。其实这两个字一定通的嘛，他就是他。我们都学过这个夷和他，你看这个蛇，须臾为夷啊，须臾为夷的，那时候他就念夷了。夷跟他是不是都跟夷有关？所以他为什么就等于夷？因为这个夷我们前面学过，像有个词叫离矣。以你啦，你看有这个词，对不对？我们前面学那个《礼记》也有学到这个“以”，这个手足无仪，对，不要去移动。这个“仪”也就是诗啊，你看《孟子》里头说“仪从良人之所”，所以你就发现那个“也”字声音可以如此大的变化啊，这是少数几个很著名的声音变化例子。你有兴趣去归纳，不需要有那种古文古音学知识，你光用我们现在白话的。国语的，尤其生不用生难字，你熟悉的字去归纳，你就发现，它有这些微妙的变化。那你有兴趣再进一步再去了解古音学，为什么会扯到它？对啊，要倒带才知道，我又扯过头。哦，想到了，被地震恐怖的力量，刚刚讲威慑，对不对？震慑。那那个他里头就是，你看他的故事，你不信你去看嘛，现在 HBO 免费都看得到啊。我们家那个凯博的，不行，因为这个要流传后世嘛，只要留得下去的话，我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凯博大宽屏啊，里头有 MOD， 凯博 MOD 不是中华电信。凯博 MOD 叫什么 ？MOD 忘记啊，对，没啊，它这个是付费，它不用付费就有了啊，好像是 HMOD 啦，再加个 H 吧，我记得，对啊，SM 啊，还是 SMOD， 它就。谁选谁看啊，很多不错的那个电影，对 ,SMOD, 有吗？我们家的遥控器是这个样，对 ,SMOD, 原来意思是 Super MOD 啊。
对啊，他片子一直会换，很棒。像前一阵子院线刚下架的什么《不可能的任务》啊，《全面瓦解》和那个《侏罗纪公园》《侏罗纪世界》的最新一集的也是，啊，蛮不错。这样你有耐心，因为我们不是电影迷嘛，不需要花那个钱，不是吝啬给这些辛苦的创作者，是我们赚的钱有限，这些钱存的也不是自己享用，捐故事给那些需要，像什么圣德爱心厨房啊。对不对？最近有一个爱心女，之后前一阵子才分享的。爱心旅社啊，爱心旅，我现在定名叫爱心旅社，社是宿舍的舍，很好。常立老和尚说他有文学造诣，有，这个我肯定，这个名字取得好，因为你取成社会让人家觉得是 hotel 嘛，那社很好，宿舍他用这个宿舍很好，像学校有宿舍嘛，员工宿舍，我觉得这个很好。那旅社它不是宿舍，这个名字取得真好，我佩服赞，所以好的归好，不好啊，无时无刻用错，那不行嘛。这全都是就是不对人的不是说你不好，那就笑你啊，把你打入18层地狱，我们才不干那个事。我们还学佛修行，还受过思想方法、逻辑学训练，怎么可能会给你搞这种鬼？怎么会？那这也可以打爱心礼是吧？你看，天猫真的爱心礼是。他前两天才创建，那我们可以把钱，对不对，送给赞助这些啊？我们人力有限，哎，部电影是200块好了，现在200-300。那我们看这些 SMOP 这些，我想他也会给你版权金嘛。因为电影不是电影，我看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有时候不想动脑筋，就是做人家现在流行话说作废，做个废人嘛。那叫什么？好像不是说作废，好像说耍废吧？搞废，对啊，耍废啊，配合任天堂耍废，耍废，懒惰不做事是耍废你看，都是一个词。有时候想耍吧，你看我们修行要这个动，常常动脑筋，有时候就让大家听一下。我那个老师黄培荣先生也喜欢看一些很低级，有些香港。无厘头刘德华他们拍的那种，我想是不是也是这样，让头脑舒缓一下？不想像我电影以前喜欢看动作片，对，现在喜欢看口蜜啊，其实也看腻。原来是想要挑战自己，自己还会不会那么害怕？完全不会，而且发现真的跟修行有关，你心不虚哦，这些真的吓不到你。我最近才补了一个《丽婴房二》嘛，你不信？你看我这个 Friday 的看片记录，我也看三级片啊，可是后来就无趣就不看了嘛，直接看了一片不是更换？看你能干嘛？12页都一直看，有吗？我的观看记录《丽婴宅二》，没什么可怕，有时候他突然跑出来一个把你吓一跳而已嘛，那不是真的那种恐惧，所以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温子仁导演我还对他印象很深刻，很可惜他拍的，他之前多恩剧我是觉得，可是我觉得我不喜欢看那种。那种是一种变，像那个《It》也是有点变态。我喜欢看那种鬼，我想了解为什么会像中邪的一些。我也看过中邪嘛。台湾的，你看我的个人浏览片看了多少？哇，你看，对不对？里头就中，你看都是恐怖片很多，这个就三级片之类，看了也没什么，就裸露。快转过去，你看《咒怨》全被我看完。这好，也不能说烂呐、啊，谁知道这电影真假那就算真的也还好，它的封面做得很可怕，里头也还好，所以才辅导级没什么。那咒怨你看我全看完了，没什么，唉。然后最有名的是那个嘛，那个是下载，因为那个片很老了，就贞子嘛，那叫什么《午夜凶铃》什么的，这也是有一点，可这主要这也是好像有点恐怖。因为它主要是
真实的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是真的假的，反正都这样。这个是，哎，这个我还没有看嘛。零分钟，你表示我只看了，只是点进去而已。这个，你别以为我看完了快转了。嗯，哎，目击者我有看完了，因为最近可能有点进去，感觉这个有看完。这都是恐鬼啊，恐怖，这个是变态恐怖啊，一颗头颅在那踢。这涉及到人作恶了，这个是鬼的，这个可以，对不对？你看黄衣小娘娘中邪嘛，对吧？想了解，可是真的看这种真正鬼人死为鬼的，这个完全不怕，因为你人活得光明正大。你真的哪一天碰到了我真的很想碰到鬼怪，我想问问他，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你有什么冤屈，或者你有什么不满？你凭什么？难道你做人或者你活着的时候都没有做过亏心事吗？对不对？我举很多例子就好。你看我们那个网络上照片有，应该有备份吧？我备份不知道，不要给你们看到那个 A 片的东西。我备份好像备到哪？你看人家上大号，这个一般生活常碰到，这个前女友了，哎呀，人生都是，哦，苏菲菲的，竟然我还要留，没有，哎，为什么会为他做一个？上班的时候还，老是家的，然后那个猫，我那个难道是 Google 相片？相片我怕里头会有一些限制级的，就是这样嘛，你都没有做亏心事，啊，扯那么多。这有什么好怕的？你正大光明，想碰来都碰不到，像我们都碰不到，还有什么好怕？我看那个丽婴房二爷，丽婴宅啊，你看还丽婴房，好像有一个是丽婴房。那丽婴宅，我原来它这个片名我都还不会读，也是中文嘛。那要怎么断句？我最近你看我中文博士也是最近才领悟到，怎么断？我们点进去看啊，观看记录，也是温职，还可以看呢，因为他48小时可能还没到，我是有那个券远传送的，可是不行啊，这个版权我不能播啊，只能这样了，免得录下去人家给我宣告版权什么，那个，对啊，我是要看他广告，就是一点进来嘛。要读成断句断在这，我就是以前读成丽音仔，还听不懂什么丽音仔，其实很可怕的音仔啦，这样才对。很厉，我们说厉鬼嘛，厉修是鬼，这个是厉修是音仔。华人服务又来办了，然后就这样，那么简略的简介。这小女孩我蛮喜欢她这种型的女生啊，很顺眼，这是我的菜。很抱歉了哈，那版权我就不点进去。没想到48小时还没过吗？奇怪。啊，可能是今天晚上，我是半夜的时候看的嘛，可能说今天半夜11点到期。这个平等还可以，还蛮客观的，对，他值得这样啊，还不到中等啊，是有，但是你不能说我吓不到我，他就很烂，不是，因为个人修养不同嘛。我想那些高僧大德，你更吓不到他了。释迦牟尼就不跟我讲了，那你不能说他这片拍的不好，不一样。你要用凡夫，人家说四摄法，对不对？从思想方法里头也是一样，在一样的标准才能判断那个嘛。你不能拿自己的标准去涵盖。前面我们不是讲那个不要戴有色眼镜去衡量一样的道理。好，这个就为了这个。对，不要被那个魔鬼，像刚刚讲 "it"，他就是
你害怕他，他里头有讲嘛，你害怕他，他就能够杀掉你，因为那个女生不怕他，好像叫 Beverly 啊，女生叫不怕他，所以他杀不了他，结果他反而被那些小孩子给杀掉，啊，或者除掉了，只好把他打回去，然后也把他的魔力释放开来，所以原来漂浮在空中那些孩子的灵魂还是什么就下来了。那些孩子可能已经死了，那只是灵魂在飘了，那只是让他们入土为安或者去轮回吧，可能是这样去投的。而除了人以外，你走的哎，很好啊，好啊，没有挑软，试着挑软的吃。可是你看，引出这里了，借由动物行为，所以它其实是念成眷豚嘛，还是把猪？这当然也对，啊，可是它就知其一不知其二。我们也是，我们不要磨灭课本，虽然说它都是。我们都对视的，你看经历那么多，你自己看我们实境秀，不是我们吹牛或者啊，为了平衡一下说的好，不是嘛？是实境秀，我们也是看了地震的课本的注释才知道哦，原来还有卷顿这个词汇嘛？你不信，你去调出来看我们实境秀，那才开始读《礼记》的，我原来也不知道有这个词汇，所以也是读成卷豚嘛，因为很明显，你看。蚂蚁对猪，对不对？动物对动物，这个第一直觉就，所以这里也是啊，所以他这个答案是对，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可是我们知道其二，不是我们比他们厉害，是因为课本啊，哦，课本这里功劳不可没。可课本可惜的就是像编课老师，他可能不放心去查汉语大词典，就发现竟然有这个词汇，他只好说，可是他也不带回二说哦，就照抄汉语大词典那个卷豚。也不带回来跟你自己解释的猪只合不合？难道我看你大词典那里的卷顿也是猪只吗？绝对不是嘛！虽然我们看，你看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看了《礼记》，有人还是把它当猪只解，可是都是像那个谁姚继恒先生批评，是不是太过穿凿附会？他说太凿，对不对？看我们的教材不一定还有呢，关键的应该会有路，穿凿附会的凿嘛。我还记得是姚先生也提了好几次，对，就这个啊，陆电书藻，对不对？陆电也为卷子，不过他是批另外一个，可是陆电毕竟还是豚当猪来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里你看，有藻，皮变顿形为名，因为他说养猪的时候君王要穿衣，可是他还是有他的理嘛，他也不是乱那个，可是就是太穿凿，原来两码子事。这个凿就是你看穿凿附会，原来不通，你把它打通，对不对？很好，所以我们说有个疏洪道也是嘛。原来不相关的字义，我们讲表哥连理就这样，你原来觉得不相关，其实它有相关，可这是真的有相关。那这种是根本就不相关，它硬要把它弄成相关，所以叫凿。凿的意思是这样，原来也才这两。可见我没有录过来，还好实境秀的时候有录这些字。所以实境秀内容我为什么要贴在这里？有这个用意，刚好今天用到。跟借由对方表达地震的强烈与震撼，太朦胧了哈。这种国文能力，你说，唉，所以你们国文怎么可能会好呢？这种会好，但投给你嘛。最后由末十句勾勒出末十句，你看他讲那么笼统，地震过后心情的感慨。此情回首，不堪忆，此生有志者。这段诗句从这段诗句中道出对地震的畏惧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对，是有了。然后呢，就算了吗？还是消极的结果？只会害怕它吗？它是不是安得管辖千万间？那种悲天悯人，民报物语，希望早一点找到对治的方法，克服地震的灾难的方法，或者至少减轻。这积极面完全不提，这不行。或许他这篇报告主要是要写阴暗面，对不对？负面的那当然没问题啊，有他主题选择。只要专就《地震歌》这一首诗的话是不对的啊，就是刚刚讲已经带了，你是带着你这个主旨了，有色眼镜来看这一篇，当然不是他的原貌。课本是讲24联嘛，他这个48句两句为1联嘛，也对了。课本错了。24联，对不对？那就48句。
堪称地震古诗中的经典，好吧，目前也只能这样了。至少我们本土意识政权下绝对是，可是经得起经不起文学史的检验，那还要看。我孤陋寡闻，我不知道。我读地震才题材的诗文学作品也不多，可是他这一首我可以评大概中等，最多中上一点，比较偏中下，所以只能说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可是他这里我为什么说他可以中上一点呢？主要是中下，就是因为他有些名包围，还有他化用的一些典故化用的很好。东南虽缺一地无缝，其实我不知道那时候石敬秀，你看他又来了，正好，你看都是千篇一律这种，所以人云亦云，千篇一律，将地震想象成妖物古黄或乾坤土气的想，想象成，你看，其实他是科学语言读这一句哦，乾坤好像人拟人化会这样吞土气，怎么会读？我们国文程度是这样教的吗？天地有能量在那吐纳，在那循环。哦，他呼吸，他哪有讲呼吸气吞吐哎？他没有或乾坤，然后我在呼吸。他人家写气吞吐，你就读成呼吸，你还觉得自己读中，为他蒙上一层神秘面纱。难道地震现在对我们还不是神秘面纱吗？现在科学家讲的这些假说，你就信了吗？小心哦，以前大家也都以为太阳绕着地球转了，对不对？还没确切证实前不要太自大。何况更妙的是，你看我们，你学佛了之后才知道，真的你要证，至少证到阿罗汉，你才真正的。所以佛说好像就是四十二藏性嘛，切入性如意，如性如意不可信嘛，对不对？要证得阿罗汉才能信如意。对不对？生无性如意，得阿罗汉以乃可性如意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帮人家整理就有这个好处啊。四十二章经，你以为现在科学家讲的能信吗？随你了，可能你也不信佛教。刚为什么会扯到东南虽缺第五峰？我说他那个地震歌好在哪里？对，化用这个是化用很大。那时候我们石敬秀，我心里头是这样想，不知道那时候我们会给你秀出来。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发现这里有用点？因为我们在学林三梅的地震歌，梅梅那个钟文英女士的《上海行》的时候，你们记不记得？我们还讲，也许我石敬秀里头没提到，是我教书的时候，就是讲不完的。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才有的灵感，才发现的，然后这个石敬秀的时候还没发现呢，所以你不要以为石敬秀是南瓜我的全部了，所以我之前还有录那个上课石敬秀，你还可以互补，现在没有录了，所以当然没有了，学生听到就算了，有时候我会补回来补，因为不会再录了嘛，会补到教材里头，你看，那时候就叫大家要注意一件事。我下一次上课再跟同学提一下，这是上学期的吧？我都忘记了，应该是。你看，对不对？那时候竟然没有标起来，这个很重要。这里倒是有，所以那里可以不标了。西出阳关无故人，劝尽更尽一杯酒。为什么他用这个？那时候有啊，我们有讲过，西多好，台湾就在大陆的西，对不起，大陆上海在台湾的西，台湾是不是在大东？所以反过来，东南西缺不就指台湾吗？你看那时候我们认真读，这时候就敏锐。所以你看你们学跟我学是一样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
对不对？你只要肯去练这个方法，久了就练了嘛，用点嘛。你看他这里用点西出阳光无复了，那为什么说他用点用得好？中文英语是，就好像我们这里说你这边用的这个共工跟祝融大战那个典故，东南你看就那么巧，他光这一点几乎可以逼近上级。我们说九品好了啊，中上品没有问题，上品下也可能也可以。逼近上品都可以，上品可能还轮不到他了，他的诗真的还不到达上品的格调。可是逼近上却有，他有些真的有触及这种上等诗才，就是类似这种化用。你看大家都读不出来，你就知道他化用得很美，很成功。只要我们读发现这个秘密，蒙娜丽莎的微笑的秘密，是不是？特别是其中，对不对？堪称经典，这样你看这个行文的逻辑是怎样？所以叫你们读那个思想方法、语言学逻辑的书都不肯读，都这样附庸风雅啊，卖弄一大堆文学词汇，就好像我们前面讲那个有一个好像江菊松女士啊，菊松先生也是啊，文语体书写就翻译就好，还书写，你那些书写是有什么深刻意思？像我们讲说我们的教材叫缩写，为什么？你看，为什么叫缩写？不是要搞怪有深刻意？你解说大家都划过去，缩写让你脑袋顿一下，就是非常详细的解说嘛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故意搞怪而已。像你这还什么？你看，既然是经典了，还特别是还以为哦哪里是经典啊？特别是之后又说哦，把那个笛声原音不胜灵巧，把它想象成这样，为笛声蒙上一层神秘面纱。这跟经典前后能对应吗？这样就叫经典了。这好像有点批评他负面，前面又把他说成好像是好的，后面竟然是揭他的疮疤，感觉对不对？否定你，当然神秘的面纱，你要往好处想也可以，对吧？变成一种神秘美。以我们现在白话的或现在人认知的知识、科学知识或者一般人常起来想的话，他应该不是这样嘛。他是想说，他们还是把它归咎于神话，对不对？归于神话。前面还特别，这连接词不能乱用嘛。这应该是写成，虽然是地震诗，古诗，不，堪称是古筝，古，地震古诗中的经典。然而其中，然而才对，不是特别，特别是符合前面的这个条件里头的最代表、最突出的是什么？可你后面根本都不是讲经典的特色，难道他蒙上了神秘面纱，这是经典吗？这是他所以成为经典的特质或条件吗？就是这样完全的，我想要用哪个词就是哪个词，老子我高兴，只要我喜欢，我一时心血来潮，感觉是什么样我就说什么，然后这样你老师我改你们考卷或者改那个，你看我们有考卷那个考古题。试卷的那个范本给你看嘛？为什么那么每个字给你字斟句酌计较，就好像我们读作品一样，就是这样啊。你就是不能这样乱用哦，想用经典，想要用特别式，然后也不管前后可不可以搭得起来，这是一样的嘛？我们前面翻过啊，发现过它两篇一样啊，用不同的名字，又在另外一个网站，所以这个表纸和史册都表示我们看过。这好像刚刚打不开，这也看过，差不多了嘛。我们这一页因为有嘉玲、詹美萱，你看就接着有我们还这么不出名，还放在第二个，没关系。我真的很怕哪一天我们不要爆红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些专家学者自己来看，你会吓到。这个算我真是谁啊？可以把这些讲的巨细靡，真的叫巨细靡遗哦。不会的，不懂的，甚至讲错，我们也曝光给你看，绝对不会给你闪烁其词，装不懂为懂。就像刚刚那个，对不对啊？地震歌，经典都讲这种模糊的，打这种模糊仗，放这种障眼法哦，给你摸摸头，耳聋谁都。
你看，乌龙水的乌龙洗作，这大概是直接用那个台语翻国语，你看哪有这个东西？乌龙倒是有，乌龙，乌龙啊，乌龙啊！蟋蟀叫乌龙啊，乌龙水的它没错，乌龙的。乌龙茶，乌龙水的，就随便给你乌龙转的哦。水对啊，这个应该比较对，这很棒。那国语念学学。学，它其实是转桌子，给你在那乱转乱翻的意思啊。这个倒是蛮不错的，乌龙旋转。我们那个讲过旋钮马上的意思嘛，旋转首选。你看这个学。这个应该专家，这了不起，这个一定有对古台语有研究。乌龙转作正确台语汉字尾，对啊，乌龙写的，胡搞瞎搞，不循正道耍心机。哇，这个了不起，赞一下。算了，登录好像有时候账号的问题，认识一下这个。学历史是，你看真正懂的人，都会有意无意都会故作谦虚了。那我们因为是要授课啊，实进修，所以不能说，人家说当仁不让一世，你这个时候不该谦虚的时候你还谦虚，那你可以就像我们前面批评那些对那个林赞美、地震哥，你都可以说他谦虚，所以他都不讲出来，然后这样，那到底你懂？真的懂假的懂，完全不塞知道。塞没谁谁的谁，灯弯塞嘎对不对？谁确实是这个专辑转，塞给谁嘛？这很棒。所以有些汉字，你看在方言里头还常用，还是白话文；而在中文呢，或者国语，或者前面我们讲到的官话啊，那个雅言里头已经变成文言文了。啊，白话已经没在用，对不对？雅言官话国语里头已经没在用，这个反正我们读文言文的才知道这个字念学。所以我刚刚一看到它这个字，对，你看跟脚在那走路的动作有关，这里是讲盘转嘛，脚在那盘转，是。那台语可能也会受这些近代的这个小说影响，因为小说通常都是用一般民间的语言或方言，会掺杂了这些本土的。哦，在地的这个本土当然不是专指台湾了哈，土地的在地的那个文化啊，是。那这个为什么又念赤又念学？当我们学过知赤是也可以转知兮兮，这个没问题，双声。再来这个八成声音变化会那么大的八成都是什么？入声字，你看看它是不是入声字？这老中古音还没有，我们看我韵点网，我们要圆满了哈，这里。啊，一个钟头，那等一下我们也是刚好可以看那个，我也不想再录另外一集了，就是助词性，代词性助词。啊，上古音竟然有这个嘞，啊，月亮的月就是入声字嘛，哇，对不对？一定是短音的，月亮是入声字啊。入声对不对？啊，你用这个，它这个是有广东话。这反而是蛮广东话，反而蛮声音好像是平声之类的。可是台语是，什么短音的？台语是短音的，就是入声字嘛。月是入声字，然后我们前面说过的也，声音变化也好大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变他什么的，你看，它反而是上声，咿呀。可是你要看古音是怎么样，还有辅助以台语，因为方言有时候会
你这已经不是入声字了、哦、那还有另外一个情形可能会声音变化大，就是什么双声母、哦、就是声母有两个。双声母，音乐学里头有这个，不是双声啊，就是双声母，双那个，有人可能是讲复声母吧，啊，复声母，就是声母不是只有一个，啊，一个字的声母可能不是一样。啊、你看一下上古的话，它歌韵呢还不是入声的、哦、所以一个野为什么可以读那么多，那可能要么它声母可能不是一个，所以后来分化，要么就是可能方言的读音不同，要么就可能是以讹传讹，鸡飞城市，越错越远、哦、都有可能。这个历史那么长，地域那么大、哦、历史是讲时间嘛、哦、地域是讲空间的呢，这个很难讲了、啊、有概念知道我们是通，是知道一个通就好了。啊，五凉水的，嗯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真的，我希望不要那么早爆红和出名，因为这些有头有脸的人，第一个有两个情形：第一个他没空看这个，一看这个，尤其网络资料现在还没摆脱一个，你这种学术界或者他都觉得这个都比较不入流了，或者比较变通俗，他才会泼到网络上。哦、虽然现在很多教授像我老师，你看现在也越来越倚重网络资料了，有这个趋势。那当然以后等到他们这一批退了离开了，新一批的都是从网络出来，更不用讲。再来就是要么就是他们私底下在偷看，对不对？不好张扬，那谁知道。你要碰，当然要碰到一个不会嫉妒，人家说同行相忌嘛，然后又喜欢喜彩的，也许我是他晚辈，喜欢提拔后进或怎么样，或者喜欢成人之美，他当然会肯定，哇，这才是真正的国文教学。我们有这个自信啊，不是自己碰碰自己比较看看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做的就是在这样啊，免得自己太夜郎自大嘛，闭门造句，才是到网络世界绝对是世界级的嘛，网络是全世界通的，看看人家怎么讲，免得自己以为自己了不得了，结果发现怎么样？哎，对啊。结果你就知道，这是我的、哦、我这个部落格孙老师的国文教学、哦、我这里有留我的那个嘛，对啊，孙守正自然生生，你也知道孙老师是谁，我们都是留名留姓有头有脸，不给你搞匿名或者搞，你看你可以点那个我的那个、啊、粉丝专业，你就只一下就好像我为什么现在赔人家每个月5000块，总共要赔30万的著作财产官司，就是啊，李松平和黄元盛先生啊，扁的那个也是我错，人家出版才2年，我就给他扫描公开网络上、啊，我不是没注意这个，假如我知道那么新的书，我也不会，至少不会公开。那是大陆朋友说有这个需要啊，那我们就在解人之急嘛，啊，将心比心，我们也会。嗯，这个没关系也好，我造成人家损失也不安分，就是再缓一缓应该。我一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少了很多钱去资助别人，像刚刚讲爱心厨房、爱心旅社的一些。这个是可惜这个柱，可是我们看它标注的位置。也都是像这个辅证，它不是金针就不用讲了，更不知道金是什么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一看就知道，肝胆碎才要住嘛，你肝胆有什么好住的？该住的不是很棒？眷屯，我真想知道它眷屯怎么。然后东南追缺，长芒说不定啊，相信也是人云亦云的，对不对？可惜就是看不到它内容啊。这是谁经营的、啊？台湾文学馆呢、欸？国家的嘞、欸？哎呦，啊，智慧型全台知识库，注册会员，好吧，那就算了，也只能这样。地大震，你看哦，
他断句断这样啊，台地大阵至少断对了，还算有成的。地大阵描述大概是几级地震？台地大阵，他不要变成台地大阵，当然他可能为了强调这三个字啦啊。你看这个还打错字，现在白话不能说通啊，古文可以通，要念虚，不能写成戍，这个戍是戍守边疆，说这个卫兵戍。地大震大概是几级地震？还有刘和尚、刘老仔、刘老哎。1845年台东地震，这都变成科学研究了。我们这个是不是1842？我都还没有背起来，看好几次了。哇，还更早！哎，这是我们前面讲，它这个才是真的隔两年嘛，可又比这个早啊，太奇怪了。还要等你们专家去1848是我们这个嘛？啊，接下来他说隔年或者一般说的隔两年又有大震两次啊。只有这一个了，就比较偏科学的，天大地大。我刚刚我们是不是讲过了？所以你文学底蕴要好吗？各位科学家，你要先掌握到底是文学语言、科学语言。文学语言又分什么？心理层面和物质层面。你现在是用科学，当然是科学语言和物质层面去衡量。可刚讲过，你觉得摇晃了很大，原来才四级五级，对不对？就他这里的谈到的嘛，对不对？才四级五级啊，那六级那真的是有点大，七级不用讲了啊，对啊，你看可以夸那么多，尤其四级甚至三级，有时候你都觉得晃得好厉害，那是什么层面？度日如年嘛，对不对？岁月如梭，到底心理会影响吗？你没办法用心理，你要先搞清楚它是什么。那第一个，他绝对不是科学报告嘛，啊，你再看他整篇，对不对？他又无弹性弦，淡水这也是平安无事了，这都可以推断，这八成这里大震是什么？站在加章这一带伤亡那么惨重，当然可能是大地震，可是站在他自己本身的立场，可能只是感觉的摇晃大而已，所以才幸灾淡水上安全嘛，我们还很安全，没事。对啊，平安很保全，没什么灾难灾情。所以语文重不重要？为什么通识课？你那时候国文课有没有老师跟你讲那个地大震要怎么读？你就凭自己啊，地大震我懂了，真懂了，你懂了多懂？就像我们这样些微去分析嘛，心理层面，我只能语言一个字有多少层面的意思，你要去周全的考虑到。我们要传你的七星大法九阳神功，尤其七星大法就是教这个嘛，还在那。善笑骂谩骂什么孙守贞啊，七星大法，对不对？我的功课，老师可以开始上课了吗？你看，只会这样善笑，我把你贴过来，谢谢他了。啊，他总是要下载才能 po 上那个图嘛，还不错，一定是下载我的原图再贴上来。至少还算用心，这个可能是截图，用什么？啊，这只会在那讪笑，真不知道是哪位同学。哎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为什么会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？该不会是转到台大的学生吗？这难道是林子佑啊？
我知道有一个学生好像转到台大，那个我的母校师大去。你看，我本来还想帮他讲话，他应该不是善笑，可是这一句话应该是善笑了吧？这一定是负面的嘛，不是只是开玩笑、调侃一下。怎么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转到师大去了？对不对？我记得这个原来是文化的啊，都是文化的，这竟然也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。我这个是原坡的人嘛？齐心大法在善笑嘛，随便你们。像我们那时候，齐心大法给同学一讲的是，像很简单，这里的大嘛，到底是哪一心的大？心理层面大，物质科学。刚刚我们就讨论。那我们上课讲的是病，生病的病，还有长短的长，对不对？短也可以啊，到底是时间的短，还是空间的短？病到底是心理的病，还是生理的病？生理的病要看医生，心理的病可未必。我们讲的不是精神疾病啊，是纯粹心理人格。比如说，骂你神经病，对，你这个人是有病啊，对，不是那种变态心人格分裂要看医生那个。像有人心很坏嘛。对不对？心很毒嘛，他也不用看医生了。可恶啊！所以我们说找毛病，被人家挑毛病，神经病，被人家诟病，那都心理的。所以只会善笑，还会干什么？所以你看，老师辛苦教的，不吸收，就是一个老顽固嘛。他吸收他自己的善笑，他觉得对的，好笑的。他觉得他自己认为对的、是的、非的，至于别人的到底什么样是非，他用他自己标准去判断，他不是回到事实面去判断啊。就像我们这里在看人家一样，只要我都用我自己的七心大法、九阳神功或自己讲的去看人家，天下体无完肤了嘛。可是刚刚我们也讹了课本，也讹了什么，你自己也听到，对不对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！那你这个那么差的，我能够说好，那才是恶心的小人，巴结狗腿，不是吗？你看还要临阵买地震课的赏析啊，就是这样，直接跟你要答案而已看过了，我们再你看地震哥翻译，不是要这样，要翻译啊，要什么？然后没有人要解说的，要理解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千年青叶草，这里看一下。诗选也是教授曾教什么古典诗，有吗？还有，我们一个一个好了。这有类似的，真好。那什么？收藏起来了，根本都不回答，没人要理他。这几年前问的，现在都没有时间标记。我要他的翻译，可能会考的方式。学问被这样作践，这不是现代人才有。以前考科举，谁不是这样急功近利呢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你觉得你以后会有好下场吗？就随便你了随便你了。希望，真的很希望宇宙、地球是那宇宙、世间是你们开的，拿着标准随你们定。地震科翻译也没有吗？好，可以了，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看那个代词性助词，希望快一点。这是不是就是刚刚那个竹堑的文化文献杂志？没错，这跟刚刚那个资料库是同一个资料来源的。你看，
天下文章一照看，他至少还编年是这一段时间，对，所以也没讲是哪一年写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他这个是哪一个？从此夜眠心不已，是我们课本那个了，就比较文雅的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啊，西内卡，中研院的，地球科学嘛，哈，地震科学中心。啊，文献现在留着台湾，平山美地震歌，文献是出自。上一集不一定都可以看，我们就一个一个追下去，也不行。啊，地震文献资料包括奏折。哦，地区历史地震文献资料库。啊，剑桥科技大学前面我们看到，对不对？可见它的这个，蛮虽然是私立学校，好像蛮做。所以每个学校要有一个重点嘛，啊，你至少学校可以因为那个重点而出名或者有生存的价值，这倒是正确的方针啊。因为你不可能面面俱到，何况你们这个后来兴起的大学，怎么可以跟那个那么老字号的大学去竞争呢？抢风头，那就是找，就好像个人的出路一样，找一些人家比较不会去碰的领域，你可以专精发扬光大。也很像我们现在这个实境秀一样，你看，百年来的国文教育，现在自拍录影的机工具那么普遍、免费、廉价，没人用，那，啊，怎么办？我真是生逢其时啊！不要说生不逢时，那资料流不流传，那就不是就像古人做的这个文章，对不对？流不流传，欧阳修有讲的，对不对？那也是命运啊！这至少我们做到了，尽力了啊！他这怎么点进去也不知道，不管他了啊！看一下，你就知道其实可以哦，还是科技部的，怎么一下要科技部，一下要中研院哦，合作的两大政府机构，这怎么感觉好像我们？四大附中的 logo 这种名字，好，一角，这一样，我们开放大镜的字那么小，可是假如我们这样卷呢，它这个应该是可以放下，大概也是类似作家之类的。我们关放大镜，可以放大字，我们就放大啊。这是应该可以的，也是哦。附庸风雅的一大堆真才实学的有几个？阿弥陀佛，只能阿弥陀佛。来啊，看一下。哎，这个要给他。差点忘，看过都要录一下，方便我们的教材，也尊重人家的智慧权，是好是坏，尤其不会全都是差的嘛，大家一起看啊，怎么念？古典叙，一段古典叙述开始。大学时期，给他说的大学教育就这样啊。题目有序的话，序文一定要看仔细。序文是解释补充四周的观点。当然，这是什么重点吗？
我上课都没提到这个，不理所当然的、啊。嗯，这不理所当然的那个啊，有什么好特别要强调或吐出来？难道会有人忽略序就关门看？当然有可能了、啊、哦，因为毕竟他是诗嘛，就不管序，那太奇怪了。那至少他放在全诗的前面，你也先看，也会先看序。蒲完词让我的地震认识史要推远一百年。跟你然后是从此夜眠心不安，他是用旧版的、哦、又来了。更令我震惊的描述是这样，原来人们对天灾啊竟是如此相如此的相似。921地震我才11岁凌晨时啊，他那么小啊，我都当兵了在船上啊，得当得当阿利亚得当，他才11岁。好了，更好，直播停止了，我们到此，等一下继续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各位朋友、各位菩萨、各位同学，我们继续啊！刚刚看海鲜老和尚，本来要直播了，结果就耽误啊，耽误不是真耽误啊！就想海鲜老和尚那时候，海清法师也是六年后做刚六年，我因为海鲜老和尚光碟看好几遍嘛。现在比较不乖，晚上都没看，都没听。以前晚上睡觉前都听啊，一天看三遍。然后你看那个，啊，为什么这个开在这里呢？等一下再看。时间到了，果然啊，海鲜老和尚跟他师弟海清法师一样，成就金刚不坏肉身，全身舍利哇！刚刚看那个影片，啊，已经分享到那个脸书了，大家网络找应该找得到。啊，就是看到那个整个都傻眼，我这个要实境秀的那个文字都已经复制好了，结果就是看到这个。嗯，然后就分享给大家看，啊，都有视频的实况的，啊，他开缸的时候怎么把那个缸外面的建筑体敲碎，然后再进去，啊，你就用那个关键字找，应该就找得到。哦，原来是出自土豆网，哎 ，YouTube 这里也有人转过来，他可能就下载再上传，这里的比较清楚哦 ，YouTube 可能转存了。YouTube， 你如果像我们实境秀一样，它上去之后，它会 Google， 它会用它那一种影片压缩的技术啊，它实际上是有损的啊，可是尽量保持高，可是总是会对影片动一些影响，所以原来不是很清晰的，可能就会更不清晰。好，我们继续，三刚刚是到这儿吧，哦，然后直播断掉了嘛，我们就先休息。被母亲误以为真，我假装发出人嚎的恐惧声。从此夜眠心不安嘛，这倒是可以诠释他那个读书就是要这样嘛，跟你生活有关。他为什么是必修？我们通识为什么必修？你能废吗？你等哪一天不用文字语言再废吧，这是决定不能废。不是说爱中文爱古文，那我们中文教育、古文教育教偏了，变成好像啊，就是昨天文背背智慧，考考翻译这样。我真的懂了没？都不懂自己的表达或者跟生活什么关系，完全都不相干，怎么可以这样？癌症在，这个连接可能都好改了。可是你用癌症在这个
至少应该有这个比较晚的人了哦，都到民国了。哎，我们台湾的人真的要加油，所以有我伸手伸出来，我觉得两岸都一样，不要再这样混了。哎，还不错，这个到底是什么都有注解啊？不要该住的不住，呼呼上天好生，果何在？这七言古诗嘛，前面只是一个最衬字或缀字啊，衬就作为这个陪衬的，或者说缀字点缀的文字，不是累赘的啊，不能说累赘的，累赘就是可以删掉。我这两个都还没有作词，奇怪了。啊，书到用时这个也是一样。要用的时候都没有那个词可以打啊！可是你做一次一本万利啊，当初就不做，或者忙又忘记了，或者有时候一个念头过了又忘了弄啊。那你看一下什么叫衬字？哦、啊，就是唐诗宋词里头的一个专有名词啊，这个词典也找得到，嗯。啊，取家之取人美，添加啊，有时候为了补足语气或那个了哦，呜呼，其实在古诗里头就有出现，所以古诗有时候句数不实现嘛，啊，一个句的多少字，所以又叫杂言诗啊，它字数是上仙好生果，这个还比较像诗的句子啊，什么地球一震，上帝茫茫失主宰，这个已经有点不行了啊，有点油了。这在修改的时候，自己都还要再斟酌，不能就让它作为定稿了。当然，他可能没时间了哦。或者像我随有时候随手信手拈来的，我们也留下了不少作品啊，像刚刚的那个海贤老和尚也有。可是我自己也有斟酌，不会说我真的随口一哼就算了。像我这个也很俗啊，也很白，可俗中有文雅，不是光白而已，不会流入油嘛，至少堆底写。最低底线，你不要流入这种油嘴滑舌的感觉嘛！哦，不要变成这样。哦，这就是一个怪词汇。啊，这，诶，这已经拿掉了，为什么？还打得出来？还是我这里还没有刷新？阿德，我应该没有挂，就是不要他才阿德，没了嘛？哦，这个是最近哇，那我这个刚好最近有弄到那个词汇，唉，圣贤不在远，因为你要跟现代人沟通嘛，就好像我们讨论那个棋友妖物黄谷之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用妖物？不是他就相信有妖物，而是要跟当事人沟通嘛。那时候跟人家学讲科学，谁听得懂？那时候也科学也没那么普及，也没有那个科学知识。对，我们在这里讲一样啊，你要跟一般没有那么深国文学的底子的人沟通怎么办？你又不能试了自己的格调。这里嘛，要，所以我们就要白一点，可不能白到油嘴滑舌或变成油太俗。圣贤不在远，你我都是人，这个够俗吧？可是这个俗不是是故意用俗，它有深意啊。你都是人，而且很肯定。只要哇，这个我还没改。只要诚心愿，哦，只要诚心的去愿生西方净土，愿很重要。人人是海贤。这够白了吧，海鲜老和尚。这白中有不白的啊，然后肤浅里头看似肤浅，其实有很深刻的意涵，那才行。就好像回来我们这里看他这里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要有深刻意涵，茫茫上帝茫茫叔叔啊，有什么深刻意涵？没有啦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不行嘛。我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只是人人是海鲜吗？是这样吗？人人本来是佛，你也会是海鲜。
可是通常是我们自暴自弃，对不对？孟子说自己残暴自己，自己放弃自己。你看这个就地球一震一样，轰然一声，地轴摧。哎呀，天哪！这位，哎，请问这些先贤先辈，你们这样后辈怎么办？难怪这个听都没，人家说名不见经传啊。真的还是要读这些有名的文学家的作品，这样不行，学他们那个你就完，这就当历史文献这样看一看就好，当文学不行哈、啊。巨石翻隧道滩，铁道弯曲旧撞改，超烂的。这个其实可只能当草稿，旧的情况改了，只是把白话文浓缩一点字而已，一点文学味道都没有。你可以先有这个副稿，可是要再修正这个字，不要让它那么像在说话那么白啊。哎，楼台如车尘肺腥，那是太白了，不行，这都太……没了吗？哈，那我们那个网络就到此圆满了哈。哎，好惨，所以。不是我们毁谤、诽谤，不管是毁谤还是诽谤，确实是这样嘛？大家就是这样，啊，鬼混的啊，不是真的把它弄清了，我们就把这一页看完就好了啊。这个应该是打不开吧？台湾地震论述可以，你这里打得到吗？林占美，那、啊、这可能也是因为是。对不对？研究地震的，哎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啊，这个也要，既然。所以你看，我们都对人家毕恭毕敬的，不会因为他们好不好，甚至说难听，我们还花了时间来读嘞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说你这个一文不值的，不愿意读你的东西，还是时间给你花下去。看这个嘛，这个说的还有点详细，所以要给它录起来。都没有细说，这又来了，哎，会不会是刚跟刚那篇一样的嘛？标点都一样，对不对？隔2年暮春，人家是金穗暮春，然后说隔2年，那这个更夸张了，有没有？这摆明他是跟思绪来的。可是原文人家说金穗，又不是说隔2年暮春，看到没有？偷梁换柱不能这样嘛！哎，那你也这里，你如果要写论文，这也要注，道光30年，阴历30年，嘉义大震，注根据哪里啊？没有嘛，完全介绍林占美的啦。金音律什么的没什么啊，全台诗出自全台诗。天壤七清，他这个应该是乙吧？我就敢说他魂飞越了月，什么意思都不知道。再来被这些学生菩萨笑啊，爱说文解字，真是黄钟毁弃，华府雷鸣哈。指鹿为马，鸡飞城市，这不是20年目睹怪现象是什么？正确的、应该的，反而被人家讪笑。这种鬼混的，反而啊，人家觉得应该是这样，国文教学是这样。你有发现，你已经被这种腐败的国文教学、打混的国文教学洗脑了，自己都不知道。整个价值观、判断力，整个都被扭曲了。还觉得人家说认贼作父嘛，认为贼害你的国文程度的，反而是你的爸爸。进教想要帮助你、治疗你的，你反而叫他是贼，不是吗？
都没什么意义，没什么。你看这个很夸张哦，哎，那猪也没有讲你的两年之说从哪来的，这个一定也不讲了。他这样还是用旧，奇怪，不是用全台诗吗？21柱，二十是第全台诗第四册，二十在哪？这个反而用全台诗，那21呢？同上啊，那我们全台诗看的，他是用辛不疑嘛，他是序那里教文才用这个嘛，奇怪，他们可是我们没有看到纸本的，不知道，我们是用那个资料库。地名又来了，你看都看到那个雷鸣，就人家是讲雷鸣，不是地名。对不对？当然，它是仿佛引雷鸣，对不对？隐隐约约听到。哎，是哦，看到月明了，就那是地名。哎，地名现在是在科学上有比较专门的术语，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专有名词，不能随便乱用啊。地名啊，地在叫，地名隐隐响。你看他用隐，不是解释那一句吗？响起宛如闷雷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他用扶正嘛，所以金正他就更不可能知道金正是什么了。那版本是扶正，大地震动，全身在波，身体犹如被筛笼摇晃，这样是对的，这完全正确的说法。啊，霎时身体若笼筛，所以这很明显是省略了若笼筛怎么样？若笼筛在。被他摇晃，对不对？补了这几个，这谁读都要来添的，这要合法的添字还原嘛。我说你要怎么读，读得通，懂吗？再厉害的人读也得这样，这种添字还原就是一定才是对的答案，对的读法。所以判让你们随便乱添字还原，随便添字还原就篡稿原文了，毕竟对不对？毕竟这一句话跟原文是有差的，可是很明显你不这样读，原文完全读不懂。那就是它一定是省略掉我们补回去的这些字，所以我们反而是还原它，不是篡改它。啊、哦，顿时白天这昏昼，民众无家破，有家归宝，顿时依靠林占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将身逢地震当下，我一起就可以大一点了啊、哦，让你们看，还可以再大。哦，很棒，看他怎么说，尾尖轻巧过渡，你看两脚举步未见，哎，他会说两脚圈臀或者卷臀或者卷臀啊、哦？请问到底是什么？不跟你讲，你看我们的国人，你自己去想，说好听是不是像我们讲说好听藏拙嘛？你都搞不清楚，很神秘，不知道他到底真懂了没？像不像我们那么正大光明给你曝光，懂多少就讲多少，完全不隐瞒，也不跟你让。在那好像很神秘的，让你自己去体会乱猜，这个是没有大错没错，可是贼就贼到他这个，对不对？闪烁其词嘛，没有啊，他反正他不犯错不犯过就好了，啊，至于详细他也不跟你讲清楚，说明白，所以我们叫说解嘛，要说明白，而解说清，分析分解清楚，解释明白。形容得甚为逼真，之后在地震过后，信佛的人民人人脸面蒙尘，心没错啊，土色就脸面蒙尘，灰头土脸。他程度还不差呢，大意他都抓对，可字句呢？确定你真的有读懂吗？却在灾后夜晚难以成眠，生怕雨声来。没错，这人文笔还不错，讲都讲对。这种答案我可以给你几分，7分8分没问题，因为他文笔好，答案也是对的。哦，这个也算对啊。哦，那只是。那你破百或满分不可能，因为我知道你这里有难言之隐，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懂，不敢畅所欲言。你看我们真正懂，录了那么多集，还怕时间不够录，对不对？还要忙别的事，我说真的，你料墨水多嘛？真的有，怎么会只有三言两语给他带过去？那么浅尝辄止，轻轻的带过啊、哦，轻轻，要重重提起，轻轻放下，石某甚至提到嘉义彰化是此次地震最严重的灾区，啊，咱们本是以亲身经历讲到啊，发生石某详述自知，这也是史上所称的彰化地震，张家大地震及地震的序文里，
堪称为地震学史诗歌经典之一。没错啦，这当之至少目前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，确实是命有天，总比刚刚我们读的那几个都好，文笔都比刚刚那几个好，那几个都白到不像话。我原来对于林占梅先生原来批评还有点猛，对不对？啊，看到那几个才知道，哦，也难怪他，他不是找这个诗酒会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介绍作者，那如果你找来文人朋友都是这种水平，你又能多强？你能够维持像他这种水平也不简单啊，至少没有同流合污，不要被坏朋友带坏嘛，被他们拖垮。相对于他们，他当然是经典了啊。那相对于杜甫，翁方刚、王士珍、龚士珍，对不对？跟他年纪比，年代比较近，龚士珍，对不对？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犹护花。你看人家这个才叫诗人的句子嘛，你专门造得出这种句子啊？你看，都变关键字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这是龚自珍的名句，跟他同年，还有他晚一点叫黄遵宪。黄遵宪听说也很有名。他还有我也有我之前介绍一套那个刘义生先生的那一套嘛，就有他专门的诗集。可是黄遵宪先生他好像叫什么卢啊，忘记，他就有点已经有点这种油调、油腔滑调了。可是他的不是像他们这种油腔滑调很夸张，他是为了融现实生活，还有近现代的生活科学。或者白话情景到古典诗，他也做了努力我感觉出来。可是对他不了解，不敢真的。哪一天有机会看他呢？可是我们其实宁愿来读陶渊明的，也不要读这些。龚自珍嘛，他的年代你看，还比林占梅先生晚呢。1792已经什么时候？你看它诞生，这里有 中国啊，是哦，哦，它比林占梅早哦。乾隆57年生，林占梅是道光年间生的嘛，还嘉庆。你看到现在我们不知道，丢脸哦。你就知道我重点在哪里了。假如是重点，怎么可能选？所以你看，我不喜欢死背，就这样。那他比林正英早哎，输给前辈。只能说每况愈下了，对不对？这花感觉它是不是？应该只是字形的原因。明月黄花，这是字形原因。没事，因为我选用字形，它那个字形可能这个字对应的不好，或字体不好看。嘉义常常发生大地震。乾隆的时候也发生过一些，他们可能都有交情，所以文人诗酒之会，诗酒之会他就。诗酒之会，诗文学语言，不要以为只是吟诗，是就文学文会了然后当然就顺便喝酒，像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大醉先生通常文人都喜欢喝酒。你看你著名的陶渊明啊、李白，我那时候上国文系的时候，十大国文那个老师也是陈新炯老师和王占元两个恩师，尤其王占元老师。
那这个的接下来就应该就没有了哦，我们就灵山没出现那么多遍。写作年次均为道光，写作年次怎么会是这个？30年，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根据译文，以郑用见先生年表深入考察，认为与林占梅与郑用见，什么叫认为？这可能有错字，同为，所以是林明胜先生的考察喽。两人分别所写是地震的写作年次均为道光30年，所以事隔2年是从林明胜出来的。魏克，这我一看我就知道他是有问题的，哪可能那么刚好啊？他说金岁暮春，刚好3月初8魏克。那、啊、他考证均为30年，3月初8未科，那么巧，2个人同时写作。再来，你就算考证说，我考证他是道光30年，原来地震发生戊申是28嘛，哦，2年是说从这来的，那怎么会刚好写作？哎，对啊，哦，十嘛，那不可能郑用见也同时写作，林占梅是这个时候写的。那问题是，他怎么考证？他、啊、这里重点主要是讲两个人同时在这个时候写，那至少他确定林真梅是道光30年，对不对？写作的，我合理怀疑这个，尤其他不是文史专家，这个非常有问题的。这个我们录下来，这老师我一看到，哦，他要考证，可是还是没看到，根据的是什么？仍然不清楚，他根据的是什么？事隔2年，哎，这个2年是说到底从何而来啊？你看，根本，要命！这一篇叫这个嘛？你这里可以超连接。还是要画，这是很可疑的。对不对？然而人。我只能说假说，我你看你就知道我是学科学的，有这个专业技。对不对？他的支柱是什么？根本呢，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有问题。林明胜先生，尤其他是地球科学，我合理怀疑这个是有问题的。可至少终于知道这个2年说可能是这样来的。
都没有交代，不知道是为什么来的。两年说是从何而来？我复制一下，是这一篇没错吗？清零，自日治时期，台湾。你看这个就叫清零，这都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人才会这样用词，对不对？还有中国文学系，那你。我们一般，如果你认同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很疆域的话，一定是清朝嘛，清代就好。为什么要清零？每个字都要小心一点。那你要用不是人云亦云，就代表已经透露或代表你的主张或者你的见解，啊，或者你是站在哪一边的，啊？可是这种论据合理吗？是不是？啊，你把这个台湾当成不管是。是哪个民族或国家管辖？你可以这样吗？哦，日本就叫日治，清道就清零，所以台湾也不关汉，不管，不该不归汉人统治，也不归日人统治，也不归原住民，可能是这样吗？还是你以原住民为本位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讲，你今天研究中那个中国本土的那个论文的话，一定是清朝，不会说清零嘛？明朝、明代，对不对？台湾地位为何未定论？可是台湾收入中国的版图是多久？啊，正式的话大概康熙吧，郑成功，真正之前的话好像不是真正，对不对？之前听说最早什么唐朝有边陲，所以其实他们这样主张也是可以的，是不是？专就台湾本岛来讲的话，好像是因为他从来台湾也。好像也不是中国主流的版图，这样是也是有它科学和合理的地方，可以，所以你看我们都是就事论事嘛，不知道一定是什么样，可你要知道你的对或合理是前提是什么，不要有那种个人或者自己团体小团体的这种成见，你看他这里还有提到了，讲到这个，这因为这个是文学系的老师写的论文呢。老者无策，少者已。还好他没错成老者无众啊。孔子曰：“门长歌不满。”哎，很好，新转头看他怎么讲。哎，他是文学系老师，我就是更要严苛一点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不是科学家呢啊，助理教授还跟我一样呢啊。既然是中国文学哦，那你有没有讲解？更该骂啦。你好歹不想写在正文，也注文要注意一下“新转朝”的“转”什么意思？重点讲一下。那笔为什么会柔？这些诗作将灾民、灾后的民众失眠与生神啊，透过诗人的笔触，好笔触怎么样？笔触为什么会柔？传神的表达而出，充分传达心里无奈的心声。看到我们国文教育，我就非常服气，都是这种打马虎眼。啊，不爱说文解字，讲个概要，你干脆都讲教大意就好了，什么都讲大意就好，那何必还要写作？写作还是文字堆砌出来的，什么都用意思，大概什么意思就好，何必还要讲修辞用字？用字遣词，很不应该啊！国文教育不能再这么混啊，这是结论的吗？看，就只会玩这个修花拳绣腿，是分析他押什么韵。哎，不错哦，这里至少讲一些具体的。不过他因为他这也是分析那时候的地震诗嘛，哦，这也是他该有的体力了。手段犹如叙述故事般，天朗气清日晴我，言天气清朗。那他有没有发现天朗气清原来是兰亭集序？生于郎武间，郎武弦部，他在郎武弦部，你看都不给你讲郎武是什么，就这样模糊暧昧
哦，到底是房子还是走道？房子当然五是房子，狼到底是房子还是走道？算了，就刚刚我们说过这个往好处想就藏拙嘛，哦，避免争议，往坏处想就打马虎眼。然而不知即将发生，立着接着耳根仿佛引雷鸣，就打错别字，这个不深究它哦，可能注音输入法。又是波涛风惊中，大声透过音来，更有楼区者。哎，楼区我倒是想知道，他楼区不要给我读成楼上的居民啊，又来地名了啊。那地名怎么会狂风乍起呢？这狂可能还是文学语言的嘛，不是真的风嘛。而尚在犹豫时，忽然往高楼摇晃更甚，这让居处于高楼的民众更加……他这也是模糊，也可以啊。那我可以帮他说好话，高楼就是楼居嘛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他可以说我居民是下一句，那没错啊。所以他这个就被我们国文教育就是败到这样，不跟你讲清楚，就这样暧昧模糊，让你自己去悟。那有的同学不是这样悟啊，就会程度一直为什么学不起？因为大家都像你一样聪明，何况你这个老师真懂了嘛？你都不真懂了，我们怎么能够希望我们的晚辈、后辈、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懂？岂无法下楼的教育心情，那么写在这上了。你看，遁入地脉而逃，什么时候遁入地脉而逃？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，他也不应该了。所以他，你看他住在这，根本都没去读故事。我们看了那么多，他有遁入地脉逃掉吗？人家是把地脉收起来，收藏起来，后来再展开嘛。什么？你遁又是遁，飞天遁地，躲到？那遁到地脉而逃，发生地震，我们遁到地脉逃命吗？他也不应该了哈。哎，有啊，你看《列异传》还不错。哎，这位老师还不错，他没有说这是《神仙传》。又能说地，坐在客中，是埋葬，这还不错。他好像不是抄别人的。他自己去查资料库吧，找到。我不相信他读那么多书记得了。现在有几个人有这种古人那个程度，我不太相信。他没有用资料库，我不太相信。当然，如果他有的话，我只能佩服。一日之间，人见之千里之外，他有遁到地脉里头去吗？你看他坐在地家，可以跑到，他不是遁到地脉去，瞬间移动嘛，一日之间。就可以跑到千里之外，他干嘛要遁到地里头？这位先生刚好有名有姓，陈仲秀，不像他们都用化名，我就没办法那这个也一样，应该，为什么这里不能编辑这个？你知道这样给他弄吗？清理。这个也一样。对，要抹杀别人的著作权。他知道还用功读那个，我们都没读，要谢谢他，这个陈老师。可是这个有没有该谢的、该好的讲，不对的不行啊！难得他这个不人云亦云，这个可歌可泣，对不对？可是却在后面怎么会变遁入地脉呢？为什么这里哪里有遁入地脉？尤其更妙的是，他你自己自然找到这个典故出处，怎么会解释成遁？他一定还有参考别人的嘛？啊，自己又没自信，之后人家说遁入地脉，他也写，那你也至少注明一下，你这也是参考谁，责任文责交给他，文章的责任不就好了？
那你这样你就不注明，就变成你自己的见解，你就要承受我的批评。岂妄能居？驱除恶土，恶土也不翻，没有无惧地人就。夜浮歌行，提示，没什么了，这等于是罪字。当然，理所当然是这样啊，还有什么？所以14圆满了，好，应该就可以了。这个只是文本而已吧？这个是从此夜眠心不已啊，所有的介绍，他竟然有那么多，他竟然还是清朝官员。对了，也算了，他没有真正做过官了啊，国家有，朝廷有给他。其他就没什么了，扎圣节，哎，这也是有名的诗人，清朝一流，一流再次一点，没有翁方刚他们，哎，其实有比哦，可以跟翁方刚、王士珍平起平，这也是啊，这都算清朝一流的诗人，这个词人主要是词的层面。那林三梅当然算二三流以后了啊，这个不能并驾齐驱的啊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好，这个没什么，那这一页就圆满，我们就圆满了。国文，哎，已经2个钟头了，有入房贷教育。向阳，啊，向阳还是有名的作家。哎呀，我们前面才批评了一些比较不有名的，不要跟我讲你这里也是给我打鬼混，还要下载才能读 PPT 的。啊，不对，这个应该是人家在读向阳的作品，应该是老师做的这个，先扫读一下。老师做的这个教材嘛，那我们到此圆满了啊，一样这一集好了，刚好一个单位，下一集再来谈。我说下一期时间可能不多，可以也好，这样我可以放手去了解，好好了解什么叫代词性助词，因为这个很重要，所常常碰到，对，就好像那个前面有同学迪卡留言说啊，知道所以人生怎么不一样，你现在见识到真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不能等闲视之，时令高中。向阳，地震简报。清代台湾地震，朗诵向阳地震三部，喉咙老要纠正，他的教案。老师很用心，我可以体会。可是对不起哦，我也是国文专业的。当然，每个人不能说全天下都照我们这样教国文。可是以我们本位的立场来讲，我觉得真的是花拳绣的。可是这个有必要，我不同意。这是花嘛？可是你要先有我们这个根，你以后滋长之后要长花，多漂亮花，结的果实才不会只是空中楼阁、镜花水月，好看而其实实心，它的根底是烂的、假的。人家说假花就这样无根的。你要这些是很好。你先把文本弄清楚，说文解字清楚，你再搞这些多好，好，不要只会搞这些无为无为，然后，真正课文，你看那个有些讲解方向，像刚刚那个对不对？长方缩地法都弄错了，那怎么办？就算了。你抱着这种心态鬼混，你又如何去要求学生要认真对他们的学问？好，刚好这位老师的教材，我们就，刚我们看到的是国文融入房贷教育是这个，教学方案设计，国文科学科，好，圆满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向阳。向阳他刚刚有提到地震三部曲，可能是类似。我们也再鹅了一下，你看人家都是没有版权。我是说，当然不是说他没版权，就是他的教材不会自己尝试，都公开放给大家用。地震哥病区，哎，为什么跳那么快？林三美，我们看一下哈，
2017两年前。你看，要切实生活嘛，你才能体会。184，哎、欸， 184 他变脸变在这一年，对不对？那他其实是讲地震，第一次大地震发生的时间，不是写作时间。写作的话，应该149以后，人家讲了1850。1848是那个嘛发生的嘛，啊，不要弄混。对不对？1848是这个。1999。2001啊，蔡奇华、啊，现代歌手，希望不要太丢脸哈。这、啊、不错，蛮用哇！你看还有前缘的哦，还有古迹嘞，不错哦。这个很用心啊，比你老师会用心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也见识，谢谢他。看47岁吧，没错吧？嗯，我今年也47。你看，尤其这里大家都常常不懂的句子，你有没有讲解出什么叫苏南民众？苏是什么意思？民什么意思？藏？哎，地震啊，这只是概念嘛。你看，都是不解字、不解句，对不对？只讲一个大意是这样。哦，主要是啊，那窗棂为什么用窗棂不讲啊？你这是国文科嘛？然后金针为什么用针金也不讲？膳食什么意思？它是用辅针，那后面可能就是睡不安了、啊。你看都是讲大意而已，他用这个版本奇怪、啊。好的版本不用，拍谁？林北，我们专业是文献学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博士论文，他们就是没有这种素养。明明就心不移，当然比心不相；金针当然比辅针这个文本好啊。怎么用那个原始的？他原稿呢？嗯，人家的草稿都是大意啊，林奇啊，怎么那么好？那个刚歌词那个好像也有啊，向阳，我还不知道他本名是这个，他的诗真的是蛮有功力，还不错、啊、可是拜托，不要让我发现原来你的国文也是这样哩哩啦啦，那你在我的心中神的形象马上就瓦解，就好像我们现在看佛菩萨啊，释迦牟尼佛，我为什么去听本师释迦牟尼佛与其弟子真实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正德佛堂常理老和尚，就是看他是不是真的是人家形容或我们佩服的那样，结果果然是，对不对？921，灰暗。沉落下，原来他是921的背景写，才102呢，对不对？这很好，这个老师很用心嘛，啊、哦。以台语朗读，黑暗沉落，就是他台湾人嘛，台语朗读，他也是本土作家，南投人，啊、哦，他用以台语朗读，是他有没有附那个？没有，他没有附语音档。乌暗淡黑，乌乌暗嘛，所以他用台语写作是乌暗，不是黑暗。乌暗沉落来，对岸台湾的心脏地道，乌暗对岸朝方来想想。你看，这就是用叠字法嘛，不断重复又强调呼唤的那种感觉。你看，用断句法，就让什么乌暗沉落来，沉搞这种。笑我什么九行什么？一看内行，对不对？搞断句，求变化，你就知道。那这在我们在读文言，不就跟你讲每个字怎么断，意思就不同。那同样，他就用这个技巧变成写作诗的一种变化啊。所以你看，你真的，人家说关公面前耍大刀，你为什么不做关公？看人家这些耍大刀，你就知道他们在搞什么把戏呢？啊。对不起啦、哦、我们时间问题就不细看。大致上看还蛮用心的，可是花拳绣腿为多啦，还是要注意这个问题。哦、
根本要好，对啊，2016台南，对啊，难怪写那个时候，对对对，差点忘了台南那个围观大，不过全台好像也只有那里最惨，马上，你看已经忘，那时候我上课还提醒同学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看忘，我现在忘了一干二净，3年才3年，你看3年刚好隔2年，今年2019嘛，2月也早过，刚好是人家我们课本讲事隔2年，你还会连这个都忘光了，还会再去写同样今天如果发生地震，还会再去写当年的维冠大楼地震吗？这就证明了我们推想的嘛，它一定是去年发生的，今年要震两次才会连在一起。隔了2年，你看人都淡忘了，怎么还会凑在一起？这是2016，所以这个老师很用心，他要把这个串起来，这是他的优点。想一想，就利用七星大法，对不对？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不要死在一点上。阅读文本红，你认为无痕是在灾难中可以发挥哪些功能？那个文字的用处，没错，这是博文老师的天职，很棒。有，不要排斥国文，语文言文字是人类必有的啊。有些人讨厌国文，对国文没兴趣，但是我这是最愚蠢的话，就好像我说过，天底下最愚蠢的话，你去死了，骂人家去死，你叫人家去死，你要不要死？对不对？快结束了嘛，哈，没有，最后人家都有注明出处啊，很用心。那这个我就不留了啊。其实它有价值啦，有价值可以留，可是不要人家做的，我们自己做的也不会比他差。网络上也查得到嘛，没有人算。但是这个里头还是有价值的地方啊，是。所以人就是这样，你看，当你是钻石的时候，你还会再铺黄金吗？黄金再好，也未必能够取代你的价值。那这个主要应该是防灾的那个教育倒并不是说讲国文的。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了。有些略过，也许你发现是真正重点的，那也见谅了原来前面是导言，他主要还是阅读作品《地震歌》林占美作者生平简啊，他长那个样啊，幼时小时候怎么可以穿光服啊？以前封建可不能这样好玩，像你现在还可以穿皇帝袍，也不能乱搞呢。这应该有错吧？这应该是皇帝赏他顶戴之后，而且这顶戴我正怀疑是真的假的，应该不可能乱作假这不能开玩笑了。这个是很正式的东西，不是随你爱穿就穿了，开玩笑。因为以前跟现在一样，这叫名气国家名气重器，不能乱了搞的。这个很用心我们还不知道林占美先生长得，所以他很年轻，47就走，不像我。确实，那个长相是有点鸡婆热心公益。林占美的书法，哇，他书法，你看所以你看中文绝对没有左到右的，你看最后落款都到左边嘛，从头在写，这是什么字啊？草兽竹啦，对不起，草是倒过来，竹兽，所以他你看他字号里头有用竹，竹瘦而秀，梅寒而瘦，对不对？虽然竹子很瘦，看起来不起眼，可是他。内涵是很丰富的，这秀，这秀不是跟人家在外面争妍斗丽，对不对？争奇斗艳那样。它梅寒看起来好像很寒酸，它在最寒冷的时候开花，不那么起眼，可是它却是最能熬的人。这寿一样，当然是文学语言，因为它也不长寿。这提起来，你看，这叫字如其人啊。包括他的文，林先生可以不愧为这四个字。这8个字，所以人的人生的价值，对不对？他的文学成就当然没有他的人格风范或者他的，我觉得他书法比文学好，真的不简单，这个书法已经真的，非常优了
以我的程度了啊，前缘，你看，然后人家左到右的，人家有没有？这个老师很用心，这个很好啊。所以前面那个我们删的，好像删太快了，有点那个可惜了哦。然后他用的是什么版本？夜眠心不安，心不移，他是用心的嘛？哦，这个才比较对嘛？啊，哦，一开始以悠闲之语气代替，你看他不讲解字，对不对？要讲修辞，这就是还没会走路就要学飞了。你字都不懂，还搞什么飞机嘛？魂教育怎么可以这样呢？那为什么用经呢？完全都不讲。所以你看，他刚刚用心，我没有了啊。这里，就用心，所以很抱歉被我们说中。国文教育败就是败到这样，没错吧？为什么现在学生程度那么差？等到我接手教他们大一国文的时候，还这么糟糕？你们这些中学老师失职啊！当然，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苛求的太多，因为你看，你们要带那些孩子，要管理班级秩序什么的，有时候也真的很为难呐、啊、哦。我们标准放低一点，那就真正国文程度由大学国文老师来慢慢抓嘛。中学还是给他们有一个概貌就好。可是你们要给他们一个健康的建设，心理建设就是我们现在只是懂个国文概况啊。你要真懂，你还要继续深造，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真的很了不起，真懂。你看都是写大意概况而已啊。试问老天啊，为何有轻重之分？你看，所以他是不是就是同学？难怪同学会讲这个答案，可能参考网络资料。那这个"何"就是为何嘛？那为什么不能翻成哪里耶？"何"也可以翻成哪里？前面我们提到"其"也是啊，"难道"之外还有"哪"？试着想想，尤其来试问，他都不知道七星大法。试着想想，地震都发生，哪里还去分什么轻和重？你不能说我们这里平安，对不对？狮子问老天爷：“为何有轻重之分？那为何有轻重之分？跟悲天悯人之心有什么关联？也不讲清楚。其实你去问为什么有轻重之分，反而比较没有悲天悯人之心，对不对？你如果问说，既然发生地震，哪有还分我们比较没关系，人家比较有关系，就不能分掉一视同仁，这个才有悲天悯人啊！像我们这样解读的，才比较有悲天悯人啊！唉，所以他何止想到为何，他没想到哪里。”哪里就是反问，就是不要这样做了嘛！哦，心依然很痛，那笔怎么揉也不讲，对，还有阴影存在，避重就轻哈，笔一揉不跟你讲，那转愁呢，依然沉重，转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不讲，最后是期望引用回来啊，希望对于灾害的避免。对啦，大意是没错，对，那为什么引用非常方？啊，你看这个就不如刚刚那个。他也知道是《列异传》，没事，因为他是看过译文类剧，《神仙传》当然就比较晚了，这很明显是差什么字，你就知道他答案怎么了。以上为对仗之句，还要你来分析嘛？这都是人家说本末倒置，大学之道在明门的，知所先后则近道矣。你们这就不近了，先后本末是什么？什么是先？什么不是本？释字解词是先嘛？说文解字是本嘛？都不管，就直接教人家后末的东西，修辞。你连字词都不懂，你修什么辞？这个我们就略过了。所以，我们炮火那么猛烈，不是我们主观的意见的嘛？自己看看，事实摆在你眼前，哪一个像我们把地震哥讲得那么清楚、那么明白，一个字都没给你分？透过不管是解读还是赏析。赏析也教你七星上怎么去分析、欣赏它的好在哪里。刚刚讲了悲天悯人，就是赏析的部分，就是因为发生地震，不要再去分我们没事，他们有事。要想想哪一天可能也我们也有事，这就悲天悯人嘛。不然好像我置身事外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啊、哦。总体而言，除了那个偷工减料的哈、哦。那、这个基本功不做好呢，就搞花拳绣腿，这个值得重批。尤其是文老师这样很不应该，可是这是大家通病。
其他他的备课准备资料真的还蛮用心。一样，这个我们要不要留？哎，我刚刚那个还有点，好吧，这个也给他下载好。啊，那我们就留作其他的参考资料。啊，可是我不想存到我电脑，占我的位置。哈哈，我存到这就好。可是不能公开，哎，其实可以公开，他这个本来就公开的嘛。那我这个教材这里也不是说是我的东西啊，我的东西我前面会有写，所以教学参考资料就好，放在这教材讲义参考资料，因为我这里也有剪接一些，对不对？有参考资料，我放在参考资料就可以了，生活教材，像这个啊，这个绝对不会以为是我的嘛，难听几句，嗯，那我这里。加个参考资料，嗯，可以，仅做参考啊，因为里头的问题我们前面都给大家解读了，嗯，解说、批评、讲解清楚，好，就这两个，哎，好，那我们就圆满了，接下来就是助代词、性助词了，啊，下一次。好，看看这一个东西啊，这个跟本课什么关系？就是它刚好还不止一个地方，同学问的是在这里，我们用相你就知道，不要说相所也是啊，他用了相亲岁，用了相顾，同学是在相顾这里问说是不是相亲告也是相，这都是代词性数词啊，那还有所，甚至见，他这里没有用见，见谅的见啊。锁就没有了，剑也没有，地震歌本文，没有，好，好，阿弥陀佛，少造业，多念佛了，啊，现在是，网络资料我们就读到这里，阿弥陀佛，大家道业精进哦，你要不要再混哦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我们拼那么猛，人家说爱之深，责之切，真的希望大家都比我们强。我们毫无保留的跟大家解析了、讲解了，希望以后你们比我这个学术也是这样不断发展嘛。我倒是觉得，也许哪一天他们会封我一个名号，不是我们自吹，我们只是凭良心讲，他会说现代或者新，因为有新中国嘛，传统的新国文教学或国文教学之父。国文教学其实沉睡了100年，我们以前的我们不管，我们。古人那个我们望尘莫及，人家从小人家背45经那个，自从民国建立以来啊，新文学运动开始啊，白话运动之后，国文教学就教育沦落啊，走偏了啊，没有长到要死。也许以后会追溯啊，第一个有这个人说解解释的教材流传，而且都公开，没有任何版权智慧财产，又录影给大家讲解的清清楚楚。前无古人，真的觉得前无古人。我们希望后有来者在我们之上，所以老法师说这叫什么？敬贤观嘛，对吧？敬贤观，你看敬贤的貌，希望后来的人比前来的人还要好啊。敬贤观。这是老法师，好像后面比较高，可是看他那个图，为什么前面比较高？啊，这样是后面比较高，感觉对不对？这如果是前面的话，这是后面。啊，那这个怎么？你看，对啦，对不对？后面比较高嘛，这个前面比较低，前面比较低，这个才对嘛。这个这应该弄倒，错了。还行，好吧，真的。啊，所以你还怀疑我们是真的假的？反正有佛菩萨、上帝证明，阿弥陀佛，刚好三个钟头，少造业，多念佛，阿弥陀佛。